百块啊，即上大听牛百二十几块呢，即两听千外块嘞，唔免一千四百了啊，来四百还搁一个，来最后一个四百上面也没有了，四百块，好安尼无啊，莫搁收啊，莫搁收啊吼，最后一个两百块后尾一个没有了，两百块，有人要试咸只两百块了啊，唔好买过你买一包先试只看嘛，两百块最后一个客人，来谢谢大，真正无啊吼，来谢谢，感谢您吼，来阿静，来刷礼券个，五百块举手，来谢谢，有伊咧走啊吼，他在走了，来。你卖到全家，啊，这厉害！刚才阿伯话伊也卖到全家，这叫刷鱼，这当用煎的，煎到切切，煎到胖胖，我上好食啦。要食刷鱼，这冰刷，哦，这鱼也包干，油干来甜面，搁剩最后一个人给三百，啥物事拢无啊？好啊，无啊，卖搁收啊，全部无啊，讲无啊就是无啊，不骗人的，来这全部送三百块，啷个食？哦，无啊，这细地，啊，等下搁有大地啦，等下搁有大地，细地无啊，咱食大地就好啊。来啊，来客人家去，啥物拢无紧，随便，即马一开始尔哈。包鱼嘛，当起来吼，啊无你准备些，你画啥物拢无要紧啦，推牌啥物拢会当来啊。来，我即马吼，我即马咧炸货吼，我即马拢简单炸。啥物叫简单炸？就是品项吼炸够足济，啊一项品项拢甲吼一点点啊一点点啊吼吼，大家买拢买哦少少啊，食好足济项个安尼啦。莫讲一届来拢买同款个物件，我拢互恁买着无同款个物件。啊你一项物件拢甲买一点啊，买一啊，逐项拢食有，安尼啊实在吼。来即鸡腿卷拢无啊，我无好笑个。来想要食鸡腿卷，我免三百二啊，我一边两个人加开两百了。来两百块，来六条、八条、二十条，即若食了无好食，客人嫌我。吼，即咱卖了上好个，真正无好难个啊。吼，来六条、七条、八条、九条、十条，来两百个要食鸡腿卷个无？两百块。拢有啊吼，谢谢，感谢你。无买着，人家你试食看卖好无？这真正甲真正的，真正甲配方你着学落啊。规个内底拢鸡腿的肉汁，你先摕钱先赢，一百块你试食看卖好无？一百块，人要试食看卖无？给鸡腿讲一百块，一百块落，一百块落啊，一百块吼，唔好买贵，咱拢买一百吼。物件买好侪项吼，买系买好侪项啊，少少啊，无食看卖，真正袂让你失望。来一百，好，来谢谢，来一百块买来无？一百块，拢有啊吼，好，来谢谢，来。欸、最后一个一百块消息了，拢无啊！最后一个一百块没有了，最后一个一百块上面只一百块拢无啊，真正无啊！吼、哦，真的没有了。欸、哦，物件咱个炸好侪项，啊，拢炸一箱一箱安尼，咱就做速食啊，飞机排起了我袂。来到有人要食鲍鱼的无？这鲍鱼哦，嘿，来这个我先卖好无？这简单的我先卖吼、哦，来，你卖安尼哦。到有人要食这个愈简单个愈好食啊！这飞机排都用尽量钱的对吧？餐厅三块，番茄酱南蛮三块就一百。来，这六块两百块，唔免两百，免百块。这块过来，这块过来，这块过来。我卖这紧了啊，好食个俗，一百块了啊，一百块后尾食哇。飞机排一百块了，一百块，一百块了，一百块。来，帮我排排起来。来，迄三百鱼丸给一块来，给一包哇。唔，唔是飞机丸，飞机丸。来，到有人要食鲍鱼，退冰就当食啊，退冰就可以吃啊。卖讲一只退冰做恁半偌济？二十五加二十五偌济？来，两个人客搞呗，三个人客搞呗，吼，来四个人客，来。来，再个送你哦，再个送你，再个送你，再个送你，再个你，再个你，再个你。来，我来讲，一瓶两个就好啊，唔免啊，唔免五百，先给钱先啊，并且大大只啊，两百块了，两百块，两百了啊，两百块，唔是卖你三百五百，卖两百了啊，小家庭也罔卖了啊。来，两百块我要吃，两百块包鱼，这边来当吃，拢有啊，谢谢，感谢恁啊，谢谢，来，冇嘅。多你用台下个底价了，好不好？无安尼，迄去生活底下用足艰苦个啦。到南边就八折了，全家拢无啊，没有了哈、啊。来，等用煎的就好啊。这安尼一斤啊，这样是一斤啊，一斤菜只要几啊百，安尼两斤五百几块，我免做五百，卖四百，先给钱的先赢，两百了，两百块。安尼一斤多剩一百块，我再搁送你啊。来，来谢谢，两百了，好，两百块，七八九十十一，来，来两百了，来，好，安尼一斤啊，安尼两斤，来再搁来。啊，最后一个两百，啥物事啊？两百块了啊！好的。甲走三十块，吼，也减两只来收掉，来谢谢。下下下一寡通便的生活卖无？我见下边安尼伤悬，安尼冻着脚咯，安尼落啊，这无爱啊，无啊，要生活卖这啊，到人要食白菜咯。即用我烧着做好食啊！即马即个天上适合煮汤的啦吼。来用我烧，即一包内底有六粒的迄个狮子头，嘛袂当讲六粒，应该讲十粒。吼，啥讲十粒？因为你伊内底底六粒才四粒啊，即四粒嘛是要甲算的，等于十粒啊。吼，嘿，内底六粒啊，迄、那个吼、哦、看会到才搁四粒，等于一包内底有十粒的狮子头。你特别用我烧着做好食，即一粒我要煮个三四百块。先，你看翻白眼，你有看无？要求骨骨，你喺人去讲话，你敢翻白眼？来。
这包鱼鱼的肉串一包煮了35，我这包搁送给你吃哦，这包再送给你吃。来，一瓶两个人家搞买，先给钱的先赢，我这包上好送你好不好？这一点两斤啊，提四斤。我阿妈有人家搞嫌贵一包，一点煮了430块。来，一瓶两个人家买，先给钱先赢，全部拢你的，300块上面写300块。来300楼啊，来300块，300块楼300块，来收起来，直接收了啊，直接收拢简单了啊，直接收就好了。哦，这种面都收啊，紧了啊，来这四包，这白菜肉给做。四包白菜肉给做吼，嘿，你简单人家买来就是买来，无来就是无来，送伊咱嘛无来，对无？咱卖人家爱食的物件，来，搁有人家要食啥的无？这回鱼丸煮汤煮面煮火锅就好啊吼。来，你迄个三百鱼丸，然后就加起来，我分啊。菜只100块加百块偌济？两个人家买回鱼丸，除了无回去全部加来300，免其他块免开200。来买200先开支的，再全部送给你吃，200块了200块。哎，200搁一个上面吃200块，捞一条去帮我扣一下，来200了。来200块，人要吃飞机丸的哦，200块了，200块。200个要吃飞机丸，200块，200块，拢有啊吼，谢谢100楼。来试吃看嘛，100块。来100个人要试吃，100块，100块了。最后一个一百上面100块，最后一个100块上面吃100块，最后一个100上面吃来10块了，来10块钱上面200，来卖10块了。哎，谢谢，买200还有哦，哎，来，啊，那个过来要吃啥？来客气，直接分好，直接分好。来，这300鱼丸110块送给钱的，10块钱，肯定煮汤啊，做好吃，煮青菜了啊。来，大哥，谢谢你，好、哦，感谢你，这有给钱的哦，这个有拿钱的哦，哎，这有给钱的哦，有给钱的。来，10块送给钱的，10块钱。来，啊，这完了，10块够，人要搁吃啊，那无我卖你来一个两下，10块来10块钱哦，来客哦，大哥，来啊，这唔免啦哦，那你唔免啦哦，不用了，唔免客啊，唔免客啊，那你唔免，唔免哦，那你唔免啦，来。来，这果冻啊，这有葡萄哈、哦，这啥物啊？你敢知？这啥物？甲人客讲这啥物？哦，这奶昔的啊，啊这啥物？这哈密瓜哈、啊，啊这王奶，啊这啥物？这啥物？这草莓哦，来啊这啥物？哈密瓜。来，我来讲哦，这菜只一斤卖偌济？80。唔免80哦，一瓶四个人客进了啊，开10块了啊，来10块钱进了啊，卖啰嗦啊，我卖这不爱啰嗦啊，进的啊，哦。哎，这了钱的物件嘛，我拖伤久，10块了啊，下骹两手是啥物件？五百，加土豆。是，今仔袂歹，我今仔要一件足重要代志，要来交代，交代袂记，就是土豆要换新啊。来，啊，迄、那个这啥物？来，客气。一人一人，像这种新啊，一人拖哦。啊，你唔客气。这鸭胗啊，鸭胗啊，吼，这鸭胗。哎、欸，这包吼、哦，刚刚来的时阵，前两天啊来，我叫酸菜啊，结果怎啊用这个包装来？啊，阮某讲哦，我甲试，阮某讲爱食看嘛，无惊，毋知变物件，因为变包装嘛，内底物件毋知有变无，夭寿。一包食真正有你学落个你个特质吼。阮某前两工当阿送来，揢当个阮兜食一包去。来，我一包想要要食啥物，你到底要食啥？我讲，即叫鸭胗、鸭胗吼，即鸭胗当个用我小 QQQ 啊，吼 QQ 啊，啊食真有味吼，啊真有味啊，你用我小就做好食。即卖讲一包100块，拍咧100块加100块偌济。来，我来讲哦，要食鸭胗的人家，我快就好了啦吼，来。这阵只了嘛？来，想要食鸭胗的人家，我来报告啊。300一个升起来，鱼啊，你把它升起来，升起钱的升起来，开200了。来200块，200块，哎，再搁送你，安尼啦，安尼啊紧啊啦。来200块，免考虑啊。这物件你若好食，紧买买。我来讲，以后我无卖这哦，应该搁差半个月，我库存这物件卖了，我无要搁卖这物件哦。我过来全部要换产品啊，无要搁卖这啊，拢剩到7、8箱、10箱啊。最后这个100块上面吃无啊，再减一包150块了。来，谢谢大哥。来，过来要吃啥物？你点我卖好不好？讲完了，讲完全部起来，全部我要全部，规箱卖起来啦。我卖到卖啊。人家要留，你哪有留啊？讲完人家要留，哪有留在后边？好 ，OK。人即阵买早今仔买无电话，一直卡，一直留，一直留，拢留在后边，一阵就来起啊。来，要吃讲完的人家500片、800片，乌猪啊卖，无好食你其他行话，300块了啊。来，一包够10片，一包够你300楼，300块。来，300楼，乌猪卖讲完300块要吃啊。黑猪肉讲完300块，300块还有要吃吗？300，有人要搁食讲完了无？300块，拢有啊，好谢谢。有的人哦，唔捌买过我的讲完，我讲到嘴甲全吐，讲起偌好食，拢好笑的。你唔捌食过，你也知偌好食。你先试食看卖，好、哦，你先试食看卖，100楼啊，来100块，来唔捌买过买100块先食看卖，无要紧，100块楼啊，100块，100楼100块，谢谢你们哦，谢谢，来包过。哎、欸，阿信，一包送我倒来，我老爷无看，我想我来捡一包送伊就好，啊，这包收起。牛奶来，阿信牛奶加起个。剩一箱嘛。5包。来牛奶上面只300一只好啊，头前咩？头前迄个。
三百了，来一包猪肉35，两包700，300，一包搁送你。最后一个300，上面也无啊。牛腩最后一个300块，谁要吃？五百牛腩啊，用我收了，叫崩叫面收掉。最后一个100了啊，没有了，100块。谢谢，无啊。来过来要吃啥？酸菜鸭客客，酸菜鸭是啥？拢无啊，上片没？来酸菜鸭要吃300好啊，了啊，一包35，两包700，300，一包给你。来最后一包100了啊，无啊。这个生活哦，这个生活，哇，这个生活哦，谢谢。来过来要吃啥？过来要吃啥？你跟我讲好不好？海龟子啊，客客。我本来海龟子要等人足济时，我一家要甲卖一箱啊。哦，无要紧，我先卖好啊，先卖来。要撑壳的，你一定袂当卖哦吼。要吃臭土，你嘛卖买。来，你叫人给我。龟包，龟包，干嘞海龟子，干嘞肉安尼尔，干嘞八一包八外久，你知无？你家看。哦，来，你家看。给款吧，跟龟包给款，没有买都没有关系，拿去看，给款哦，这龟包海龟鸡吧，哎，来，你凊彩加二，凊彩一条海产肉，你啊差一半，看100块200块哦，哇，你准差一半100了好啦，我卖讲甲100块200块啊，100块200一堆啊，我准差一半100，你有够俗啊吼，来我来讲哦，一包上个无差咧500-600，一包来500-600啊吼，来，一包我准500-500+500哦，这，这卡拢甲你备好啊，这一包3-4斤的海龟鸡来甲你备哦。这几包块百尔吼，来，啊买这你拢唔免思考啊，直接买回来就好啊，无你好笑的啊，这人啊这我拍了一届拢卖了了，我今日本来要早过来请来，我想先互恁试吃啊，恁食好食再来啊，先互恁试吃啊，这两包1000块是事实，唔是好笑，吼、哦，这是事实，我来讲。恁全部买动的，真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人客，一边五个人客，两包总计免1000，200块看你要对买，来200块看你要对买，200块落啊，这200你也买，只要肯答应我，200块落。哪个？阿咪。四个啊。够来，200落，来200块落啊，200块，来箱啊这边。来，我来处理哦，没关系，来落去吧。来，你买袂过要100块食看卖啊，100块啊。唔好买过，拢买100落啊，紧落啊，不爱啰嗦啊，不用再次寄过落啊。你家包过落啊？500手也寄500买200，500买两，走啊！一百拢有啊、哦！我讲真正哦，这卖啊少，我是怎样？啊无你卖100，啊无要紧啊，有当时啊有个人唔捌食过吼，互你买100，啊无这卖到这少啊，这吼、哦、真正无好笑的吼。来好，啊我等下个卖，等下个卖吼，来收起来。现场我要点啥无？你点我卖好无？卖大客客，咸猪肉客客。行啊，有啊，客一卡来。来要食咸猪肉，客能用这用炒的拢会动啊。来咸猪肉爱食的人，客等下蒸，客等下炸，先客钱的先啊，300上面食来头前一个收钱，300块。来一条300，我咸猪肉上好食啊，3条哩，这条搁送你300块。来300，搁一个上面食咸猪肉300块，好吃又便宜的咸猪肉300，300块够买来无？300块，300敢够买食？拢有啊，105块试食看卖，无买买105食看卖，150，105块150，105食看卖，来105，来105要食哦，150，105收起，卖大个。大你要食鸭呀？欸、啊，你要吃啥？你跟我讲，我爱好啊。你爱吃啥？要鸭啊，是要砂锅鱼头啊，是要几只鸡啊，拢有啊。要吃啥？跟我讲啊。哦，要吃啥就跟我讲啊。来，这白带鱼哦，这得用煎的了啊。来，300免啦，鱼啊，我免啦，要吃白带，200块咯，200块，200了啊，200块，200块，哎，再过送你200，再过来200，卖看伊细地袂起啊，煎落吃吃棒棒，真正有够赞。再过你啊，再过你啊，再过你啊，客等下吃一堆啊，来200还搁一个。200块啊，200块，200再搁送你啊，再搁你啊，再搁你啊，再搁你啊，200搁后尾啊，啊这200，来200块再搁你啊，再搁你啊，再搁来啊，啊200搁要食白带鱼哦，200块，有啊吼，谢谢阿弟阿大，感谢你收起，提过你平下咧，卡通外表足侪位的，来过来要食啥物件？香水甲客客好无？哪个？推牌客客。恁有人要食虾啊？有人要食虾啊？虾啊的无？有人要食虾啊？啊，拢有啊，大行拢有啊。有人要食蒜鱼大块无？300落啊，一个人客买大块蒜鱼300块一个落啊。有人要食大块蒜鱼无？一块300，两块300，三块，这三块多少你好？没有了，谢谢。来，这腿排啊，鸡腿啊，鸡腿啊，这都用煎的就好啊。
用煎的最好吃。想要吃鸡腿的人，加一块、两块给你，两块给你，三块给你，四块给你，后壁搁一箱尔嘛，五块、六块、七支鸡腿总计免300，免二百块、200了。这三支鸡腿搁送你，总共10客人去吃，10只的腿排啊，鸡腿吧，200块，人要吃200块，鸡腿来200，人要吃200块，鸡腿200块，要来200块，拢有啊哈，100了，100块了，来100块了，来收起来，收起来。也收起来了吼，人客无兴趣，咱就卖花。来个要吃啥？来，我来花了，等下吼。来个要吃啥物无？有人要点菜无？大，你也在讲要啥物货？炒的也白，炒的鸡个。来，六尾种的炒的。给人客看，看偌水。物件好，唔惊人看啊！啊，给人客看。吃起人家看，这炒的啊，我的炒的应该同人学落的啦，嘿啊，真正啦，无甲恁骗的啦，品质你免烦恼啊，想要吃炒的，想要对家己较好的人家开500落啊，来500块落，500块收钱，来，只要搁送你，你买袂着啊，只要搁你啊，500块落啊，500块，来500搁有要吃炒虾无？500块，嘿，六尾种啊，这袂输明虾啊，这切切切甜母，这板头你用的，来500搁一个上面吃500块，来500落。拢有啊，好，谢谢，收起来了，好、哦，收起来。我卖物件卖恁来吃，恁无爱吃，我好也嘛无好吼。来，我迄白糖麦起，伊家遐起哩卡通遐就好啊。来，过来要吃啥物？啊？咸味鸡个？咸味鸡个？来，咸味鸡。摕伫海龟子顶悬啊，你遐行路好行啊。来，要吃咸味啊，先给钱个，先给300，免啦，几啊五，免几块，干咧百尔，两块。你甲厝里帮我做好食，一地行个100块，两地行个300，三地四地行个600，这地搁送你200客当个了啊，200块，来200就好啊哈，200块安尼有少无？安尼有少无？哎、欸，才2分啦，来才3分啦，3分包过200就好啊，你、欸、好食人是该买3分，该敢骗？200块要食啊？200块，拍咧你头前搁一个，200块要食这挪威咸鱼无？来200块尔啊，这挪威上好食，你也袂好白讲，200块要来无？真正，拢有啊哈。有我来要收啊，来收起来。来过来要吃啥？雕刻起个，雕刻即摆该小包装啊，吼、哦，哎、欸，我该小包装，互恁开一点点仔钱会当食着吼，哎、哦、呀、欸，我即摆网络迄块，我一直想办法，我是包括网络即摆卡箱之名，我所有丸仔拢有卖细包的啊，吼、哦，恁若要小家庭的吼，拢会当去网络看，即摆拢有小份，拢一份100块，吼、哦，是啥物物件？啊，这我嘛拢改啊，来叫人家看，叫人家看，来。这间公司家己做家己的品牌啊，哎，这间公司做家己的品牌，听我讲哦，我讲一届尔哦，来，我讲一届哦，送点的，听我讲哦，听我讲一届，之前我咧卖雕刻花丝，哈，伊的螺啊较普通，螺啊较普通，迄个螺啊含水的螺啊就够有差，成本就够有差，听好哦，我卖这对我来头家来讲，对我来讲是较袂好的哦，较袂好的，听好哦。一包一公斤，之前我咧卖恁200块，一包一公斤嘛，这一包625公克，625公克，啊，安尼听有啦啊。之前咧一公斤咧1000公克卖恁200块，这一包625公克，我卖恁的价钱绝对买这加做会好个啊，啊，不过变我头家赚个愈少呀，啊，来听好。该这个包装有一个上大的重点啦，我之前200块迄原来卖了袂歹啦，啊我希望该安尼会当卖个如何是啦，因为有个人200嫌伤济啦，嫌伤大包食袂了，我全部改落去变少，啊恁倒去试食看卖，即当个切甜物物，水滚沙沙了好啊，先给钱个先呀，卖讲差一包800、500，全部拢免100块了好来紧了好啊，免介绍啊，100块了好啊，100块啦，直接简单卖了好啊，100块去介绍落长，100了好啦，哦该安尼就是要恁大家买100块，恁当去食啊，你就知影偌好食啊，哦系啦。安尼两包加起来1250公克，啊、哦，几包？安尼四个，安尼就。哦，咱袂安尼哦，大家买啊侪，吃啊侪啦吼，来。我拄仔讲遐话，你敢听有？我搁重复搁讲一届，我重复搁讲一届。安尼，就是进前200块的量。哦，安尼就是200块的量。啊，你之前买着我200块，就是一公斤1000公克啦，安尼听无？你即马伫我遮白白开200块，物件一模一样，才加250公克出来，安尼你哪会好啦？安尼听无？好、哦、来，安尼收起来，一包拢有啊。来包过，好收起来了。改一包，大家遐买落啦。哦，迄200来看人买啊啦。吼，有当时你唔看迄200，一包差一包咧，迄毋是安尼讲。你若卖一包，加卖足侪人咧。好、哦，啊，过来要食啥？
嗰度俾点晒无？来无？前面果冻好，等你来地迄地巴先拿钱，你好料拢好。咱咧煮料好无？来，这猪肉啦吼，这猪肉，这两个炒炒就好吃啊，炒一炒就好吃了哈、哦。嘿，这我要炒一包百五，这肉给你生过，所以你两个任何的调味料都不用再，拢免阁淋啊啦哈。你只要甲用伊的配料了，啥物叫配料？葱啊、猪嘛叫配料。哦啊，这个迄、那个啥物洋葱嘛算配料，落去拌拌了就好啊。甚至你甲炒硬菜拢做好吃啊，炒高丽菜啥物拢好啦。哦，咱食鱼食肉嘛，爱食一寡菜加，对无？炒啥物菜，咱个南门拢有适合。哦，啊，炒饭嘛会当，炒面嘛会当。这一包我好炒150，150加150偌济。来，我来讲，要食猪排的人客，我免300，免招鱼啊，我来，我招3个人客搞买落，先拿钱就先领200块你落啊，280，再搁送你200块，再搁送你200块，一包剩50块。啊，先给钱，100块你，100块你，200上要食200块了。来，铁板猪柳200块上要食200块，200到后尾啊，200块拢有啊，好，谢谢，感谢你收起来。收起来了，哦，收起来了，收起来就好了。来，那个，来拉沙锅去了，拉沙锅去了。预饭团应该老你看 YouTube 大家拢啥预饭团啊啦哈？预饭团今麦比我好名嘞，啊，不是安尼讲啊，预饭团今麦比我较强嘞。拜三啊，预饭团咯，这人真正袂歹。我若有出啥物新产品，伊拢坚持要来现场，要甲我买一份，啊，要当去试食，啊，伊拢会食了会感想，啥物拢会坦白甲我讲啊。哦，袂暗含好食甲我讲，好食歹食甲我讲，歹食伊拢会老实甲我讲。这包伊学落有对个，这包叫垃圾锅，新加坡垃圾海陆锅，新加坡垃圾海陆锅，用我烧了做好食啊。这我要煮一只400-500，这毋是好难的，这足贵个吼难。一只准500，我来讲哈，一箱尔，你有买着，你就买着啊。伊个汤头吼，小可啊咸咸啊，小可啊尔吼，啊足好食个吼来。5个人客，要吃小的人客，你也买回去看看。这只总计免超过500，卖400，先给钱先赢，300上面吃300，再搁送你300，再搁送你300，再搁给你300块了，来300块，嘿。啊，你两顶300，一包150买无啊？一包可以，来300搁招一个好不好？垃圾锅，垃圾海陆锅，300块，再一个客人300了，来包鬼，谢谢。来，最后一个上面吃没有了，300块，最后一个客人300块，垃圾海陆锅，新加坡垃圾。来，海陆锅搁有要爱无？拢有啊吼。我袂甲你唬人啦！我等于讲这个物件好食是用食迄个预饭团的零价去讲互恁听咧。我甲恁讲好食，你买定就歹食，恁遐预饭团漏开，我袂甲恁骗，我袂甲恁骗，我袂用人的零价，包括我的零价去乌白介绍。四个人家你毋捌买过，你试食看卖，开100了，100块我出你了啊！100块，食看卖，100块。无啊，没有了吼，无啊，收啊吧，看无啊就收啊，虾仔降价啦，虾仔降价啦。要吃啥拢爱讲哦，你无讲我唔知你要啥。来，这虾仔卷吼，这当用钱的就好啊，吼，用钱啊，你也有迄个买食肥肥，迄啥物气炸烤箱啥，迄种会当用啊，迄种方便的。吼，来，想要食迄个虾仔卷的人家，一人加20条互你哦。啊，我免卖你300，免鱼啊，我迄边啊咧看有啊，迄边啊咧看有啊，100块了，100块，20条，100块，100块，100块，虾仔卷迄边敢看有？20条，100块。后壁搁一个啊，后壁你甲伊讲啊。4个啊，你几个？啊，你搁叫伊摕一箱去包五分起来，包包马上水起来哇！来，谢谢大哥哈！来，过来要吃啥？还有人想吃什么东西吗？收掉。来，这加加减减摕一挂起来，我卖好无？这小产品吼，迄先等下，迄遐贵的物件先等下吼，一步来。这类物件等人足济，遐等起来吼。嘿，咱一样来吼，来。来，这啥物？来，到人要加食啦无？这油鸡翅啊，这用我烧的真好吃啊！哦，这油鸡翅啦，哦，油鸡翅，来，这150凊彩这个分量拢爱150，因为咱公司专门做大包俾恁吃，来，150加150偌济，来，搁我摆了。要食油鸡翅的人客吼，我唔免招你开300招鱼啊啵，这剩正了啦，啊无卖介绍好无？你今日食吃好无？好不好？100块了，来卖介绍来，100上面吃100块，收钱100了啊，唔免问几个，100块钱收啊，收啊，话声，头前一个顶工啊，100块。话声啊，100块落啊，这100敢来搁介绍啊，落动，100落好啊，落啊奇怪，你几个？哎呀，这100块，这150，这免介绍啊，伤久啦，100拢有啊，吼，收起来，搁来要介绍啥？你要我介绍啥？哦，你要介绍好个哦，你这无让人留下人，互人家欢喜哦。这我只好卖恁本钱啊，吼，给人家看。
你穿只去金座机啊，又只系留一千金座机，你个问我只贵啊少，你去看了好啊，唔免跟我讲只贵啊少啊，唔免我讲啊，恁家己知影了好啊。这鱿鱼圈，这有个人做安尼啊，这是洋葱圈咯、哦，有的是做洋葱圈，洋葱圈咧就较无值嘞，洋葱要偌贵？洋葱你感觉敢会足贵的？洋葱是要偌贵？买嘛，咱这是鱿鱼圈。鱿鱼圈是即马全头市行情鱿鱼的原料，即马一公斤拢起个百几块，这拢未好笑，恁拢去问会到的。这个我煎了一包上海无即个分量啊，二啊五，二啊五加二啊五偌济？我甲你讲，你淋着胡椒粉落去，夭寿啊好食，夭寿啊好食哈、哦。来，我来报告，我招五个人家搞买，唔免招五百卖四百，再搁送你，再搁你。伊啊二，伊尔，伊啊无啊做一过来啊。五个人家抢会到俩，因为拢无啊，吼、哦，四包装起免一千，免八百，两百了，看你要对买，无啊，好啊，无啊，三个有，三个有，你看三个有，你三个我甲讲有啊，吼、哦，包过，哎，我这本钱啊你卖尔啦，我无甲你好势啊，啊无我一工也卖啊好，我顶过早一三千五千来趁钱，我无啊，真正本钱啊你卖恁尔啦，哎啊免免早济吼，不用带那么多，来，啊过来要食啥？哦，你即马抢着 VIP 的位呢，哎。这算摇滚区吼，摇滚区，嘿，来，啊，迄、那个，过来，迄只啥？啊，腰鸡腿嘞？卖了，恁遮厉害哦！啊，无摕一下迄个地图过去，拢卖好无？速度鸡好无？恁敢要搁点菜无？干贝起来我卖，干贝，我要卖干贝。有人想要食干贝无？干贝敢有人想要食？我先卖干贝好无？干贝敢有人想要食？要食干贝，你手举起。我来讲哦，再过车哈，哎、哦，生死时间要落去卖啊哈，再过落去卖，过来我来个较清个，过年要搞，开始我要卖高胖个啊哈，生死时间要若要食来找我哈，我拢用鲍鱼相配啊，拢不用过手个哦，绝对介绍压落恁食个啊，来有人要食干贝无？想要食手下个？来无要食手下哈，没有人要吃我们就说了，无人要吃哈、哦，来我来卖一包好无？一包叫地道鸡，猪肚鸡啊，地道鸡，这我招了做好食哦，我是卖叫恁买啦好不好？我先甲恁请教一个问题，即猪肚鸡内底有猪肚甲一只鸡腿大鸡，剁做只十块鸡腿肉咧。你有想要食一包，你先手下个，我先欣赏下，无人要食我收下。一个人家到第二个，到第二个想要食，一个人家买尔哦。来听好啊，即猪肚鸡吼内底有加猪肚，即外口煮了一包350块，三五加三五偌济。来，我来报告。你牙手无买嘛，无计唔是牙手来买物件。啊，你有兴趣想要食吼？其实你若拄仔拢无人牙手，我就收起来啊。是啊，因为浪费喙暖，吼，因为你拢无要食，我介绍到外口食，没有用，都没有用啊！吼，这两听好哩，这两听好哩，爱听哦，一人摕两听当的，外口行情超过700，免卖500，先摕钱先赢，200块落来试食看卖，200块落，试试看看200块食看卖，猪肚鸡啊，这有猪肚啊，吼，200落，来200块，你甲看，这皮包拖一半，要拖哪唔拖啊？是啊，看了真困了，开200落，200块，200块，200块买来无，摕过当的，猪肚鸡好食，200块，怎么了？好，讲完我再来买。一包你有够啊？我一个人尔。100人？你啊，一个人啊？无啊。有啊，我买给伊啊。谢谢，哦，谢谢哦，吼，啊，钱我系你啊。哦，安尼好，给伊，给伊，给伊。过来要食啥？我敢会当摕一个排骨酥起来我卖无？阿文，排骨酥一个我卖好无？后尾啊，我我今日有扎猪脚来卖，给你安介绍。现场想要食猪脚手呀，靠！想要食猪脚，猪脚我想要食。你来笑，我真正今日有炸一个像猪脚来，我等下要卖恁好无？几包？几包？讲完300了，一包卖你300，一包搁送你，卖唔一句的，搁摕一包来送，一包搁送你300，卖唔一句的。谢谢啊，谢感谢啊。这排骨酥，你捌伫我遮买过排骨酥？你先手举起，我欣赏者。有人捌买过无？好食无大？来拢客话，这两包先送的。这个大对我足照顾的吼，我讲真嘞，对我真照顾。伊来拢吼，拢消费吼，真帮忙少年人。这个肉啦，讲做出来足久的，你要信无？你客有人客话，恁个客病嘿。这拢迄个肉拢分鸡啊，分鸡啊嘞吼。来，这就是拢现做的肉，才有这个红度吼。这当然用青的就做好食，青的酥酥啊，青的糯糯啊，啊你甲用签啊来甲做点心，吼，然后去淋茶，你甲配茶米，吼，啊这个话来讲，我敢不当然敢挂保证，这一包拢大包的哦，这当然青的一份，签啊两三支签的一个花螺啊，底的一份拢要到200块，排骨酥无上，200加200偌济，来我来报告啊，来两个人客，三个人客。
我即马伫画当中，你大概会当哪想，就是想看你想要食啥物件，你会当等下我画了，你会当随我点者，我马上随来，我唔免伫遐阁等啦，哦，浪费时间吼、哦，来，我来报告吼、哦，金融三四，我招六个人客，这两包装起我卖四百五百拢唔免啦，来听好哦，听清楚，我咧介绍你听好清楚吼、哦，来，一瓶啊，一瓶。一瓶一个人家甲我买，先客钱的先赢，三百上面一个三百块了，来三百上面一个三百块，你若甲我买三百，我才全部卖卖，全部拢大包的哦。安尼阁有偌，一个人家全包三百块一个了，三百块上面一个排骨酥三百块了，来三百块了，三百块了，来收起来，来收起来了哈，收起来，来谢谢，来感谢你。我话伊啊，别爱拖沙，他别爱啰嗦。哦，你爱食我卖，不爱食我就卖，收起来，来哈，牛肉起起来。喂，谢谢啊！牛柳上面起来，两块花啊！来，这牛柳等于炒炒下就好啊，看有老伊无？来，这牛肉，这做软的哦，这我要炒一百二，要两百炒五百。来，我来报告吼，两个人客搞咩？三人，一千块咧无啊，哪个客过？来，哪个客过？第这位啊，红龟。第这位啊，来，两百、三百、四百、四百、五百、六百。七百、八百、九百、一千，这两包本钱我送伊了啊！佫买也无意思啊，我送伊了。来，佫来要食啥？新鸟客客，后壁佫有无？有啊，有只。买着吗？一开始有买啊。这新鸟就是规只鸭啊吼，新鸟鸭整只的鸭，规只鸭哦，来，规只总体免一千，免八百，简单了啊！规只你感觉伊价值偌济？两百块了啊，两百块。你价值伊偌济？两百了啊！伫我这价值两百尔，啊，若伫餐厅，就毋是安尼啊。来两百个，要食虎头木熏鸟无？规只鸭鸭哦，两百块，两百块了啊，拢有啊，收起来物件起来我分，看起来。这蛤蟆当个煮冬瓜、炒菜瓜，吼、哦，补心水、过白酒，老人囡仔全部拢会当食。先客钱先赢，十块了，来十块钱，十块收钱，十块了啊，喂。对，拉贝啦，哦，物件啥拉贝，拉贝是，哦，感谢你，哦，来收。好，有够啊，有够啊，有够。来，甲大哥收一下，大哥来，大哥，买袂歹势，袂歡喜，你甲咱买，咱拢足欢喜的吼。哎、哦欸，你们那个黑鸭羹有拿钱的是谁？虾卷，虾卷有拿钱的是谁？黑鸭羹，这二十条一百上给钱。虾卷二十条谁拿钱的？一几分？啊，伊物件送个送个在个，来去也客过，啊，拄好迄个人去也囡仔客过，冒走去个，伊个客钱也客过，啊。啊，硬去包要老伊。现场个人要食鸡块，这鸡块这都用煎的就好啊，吼，用煎的嘛会当吼。煎油酥酥啊，煎油糯糯啊，吼！囡仔做早顿头，恁配牛恁配，全部拢会当。想要食鸡块，人计免三百，免二啊，两百块刚好要食，两百块搁给一个台号啊。啊，这边啦，边啦，边啦，来来来，再搁送你两百块，再搁你两百，哦，当个用煎的气炸烤箱，全部拢会当。其实这真正的嘛会当啦，你著甲煎到车就糯啊啦，吼、哦，煎到车就糯啊，来包滚，啊，来两百就好，两百块。来两百块要食鸡块无？鸡块感觉有？四个人客，你无甲我买鸡块，人客我爱恳求甲你拜托你试食我的鸡块看卖，卖啊侪年，你甲试食看卖一百了，来一百块上面吃一百块，来鸡块一百块谁要吃的？一百块，一百块够人要吃鸡块，一百块一百块咯，谢谢收起来，收起来啊，收起来，来对一个，来包过，一百块要来话鸡块，无要买一百张的钱啊，你要去外口钱啊，外口就外地二十块、三十块，你要去外口钱啊，一百块要来无？一百块还有要吃吗？鸡块，我你开一百了，卖开伤侪，一百块，一百块收起来了。收起来就，再搁一个，啊是，好好好，来，包过包过，最后一个上面搞消消的啦。最后一个一百上面搞消消的，最后一个我恐求一下，一百块上面搞消消的，你要一包呀？等下一个包过，一人一人来。啊，谢谢啊，大哥，来。来啊！我跟你介绍一个物件给你，哪要来啊？你想内底感觉有平价啊？你下都卖一包伊啊？伊是买几包的吗？上面吃大地蒜哩，高丽兰的鳕鱼来要吃五百块了，这么大块？
这么大块，即免阁考虑啊，头前一个紧收，来五百就好啊，嘿，来，即一袋五百，两袋五百，三袋五百，四袋一袋，从百几个你来菜只切下着，你规盘给单给我，啊，即袋阁送你五百就好啊，我五袋哦你啊，你几个拍咧？两袋、三袋哦你，啊，四袋哦你，嘿，五袋，五百块了，哦，足侪人来买我，来我这买蒜鱼的啦，无甲你骗的啦，三袋啦、四袋啦，来五袋啊，五百了，来一袋啊，两袋啊，三袋啊，四袋啊，来，阿文啊。四个叫我冇钱，要偷偷啊！进来，倒啊！你倒顶下家去，来攞下去过。谢谢啊，美女，谢谢你。一个，一地、两地、两地吼，三地、四地、五地啊啊！这个箱啊，啥物啊？这个箱啊，啥物啊？来先，来好嘞。啊！来攞下去过，来五百了，来倒下买下去哦。五百了，来，这多少块？三、四个，拢有啊、哦！谢谢啊，感谢大家，哎呀，刷你一个名字，谢谢，感谢你。所有啊，多少我花五百，你无提钱，搞要刷你的人，给所有的客人，相信我，你试看嘛，两百了，两百块，来，无买的人给你买两袋，等下吃看我刷你有好吃无？来，两百了，两百块，收起，起来收了。来个来要吃啥？老金，我叫你包。阿成包两袋起来好啊。来，带你钱啊，好啊。来，恁个要吃啥物嘢无？果粉嘞，来，果粉嘞，鸡腿鸡啊。好吃无？系啊，真正好吃啦，我袂甲你骗啦。你看这个妹妹吃果水条，伊敢会甘骗？来。我袂喊嘛，怎么了？啊，果冻我袂分了。果冻我袂分，果冻去啊！靠腰我袂记，歹势啊！你无讲我袂记，不好意思。要钱收收拢无敢分啊，你来当。啊，做生意是安尼，遐会趁钱啊！歹势啦，我袂记啦，不好意思，我真正袂记。你们果冻有拿钱？歹势，我袂记你分果冻上诶，果冻哦。来，谢谢。果冻，果冻哦，你们要记得，不是蛤蟆哦，是果冻哦。后来收起来就好了。这支叫果粉鸡腿哈，这小块会咸，一点点的辣哈。来，想要吃这支鸡腿，免五百，免八百，这支鸡腿然后你咸着，我凊彩你。这支鸡腿我上阵买着，大家拢学落啊。我咪讲我伊话好食好啊，你想要买着伊就来啊嘛，三百了，哎，两支给你，三支给你，四支给你，来五支鸡腿，六支鸡腿，七支鸡腿，你搞买三百，这支搁送你，这支搁你，搁招一个人加送咩？包括熟的还袂退冰。来三百块了吼，一支三百，两支三百，三支三百，四支给你，来五支给你，六支给你，七支你买袂着啦吼，不过来，这三支搁送你啦。最后一个百五上面吃看吗？一百五，百五有没有人要试试看看这只鸡腿？谢谢哦，大哥，谢谢哦，谢谢。最后一个一百五，今天鸡腿没有了，好，谢谢阿雷伯啊，哦，谢谢你，来，好，谢谢哦。毛巾毛巾没关系，好、哦、没有关系哈、哦，来谢谢。那还有人想吃什么？你个蟹肉棒对几箱哎？来啊，这啦，这拢无啊，最后存几箱啊？我今日赵妈妈两百条来哦，三百上面只拢无啊。啊，多少一个买一千个嘛哈、哦，三百了，一条三百，两条三百，三条、四条、五条哩，六条、七条、八条、九条，来十条卖你三百，十一条嘛卖三百，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条，三百。这三百个有要来无？帝王蟹尾棒退冰来当食，阮白醋糕好食。三百个有要食无？啊，就请金龙三四来五六来七八九来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我来讲，全部存只拢无啊，无买人给你试食看卖一百了，一百块，简单了啊，一百块，来一百块，简单卖了啊，一百块，因为这个无啊，我就不爱搁啰嗦啊啦，这个无啊就是无啊，一百了啊，一百块最后一个上面也加动，一百个有要来无？头前面拢有加过，只要不会迄食中风的字啊。麻烦你一下，在你的卡通后面。头一个买三百的，啥行？来，这只卖你十块了，十块钱个包过，卖十块了，爽就好了。那我不好吃，那这上好吃，这上好吃。这叫红烧狮子头。最近有一挂餐厅哦，你有冇讲这要配合啊？我真正无爱骗你啊。哦，是台中啊，台中哦，真正一间餐厅，还买有冇讲这啊？哦我予伊试者爱食嘞，讲要来叫者啦，这叫红烧狮子头，这内底一包内底有十粒，
哈、哦，又给落过，鸡有够香，鸡有够好吃啊！恁食看卖，看我这样外口有啥物无同，恁食看卖。我真正袂恁作俗的，我利润嘛掠足薄的哈、哦。来，我来讲，这外口一包，这个十粒的量，凊彩煮煮拢啊百五。我来讲，恁若足济人啊，你两包、三包、三十粒、二十粒，你甲落落落去，你甲剁一只大白菜落去，甲落落，真正有够香，有够好吃啊！哈、哦，一包百五，两包、三包，我来报告。一箱尔嘛，我全部一瓶招五个人客搞买，好不好？一瓶五个客人，安尼就好。上先摕钱先赢，五百、八百，我全部拢免。无好食，你做你摕一包仔搞退钱，我头家无啰嗦，两百送你食。你搞买两百，这两包怎送互你食？来两百块一个人客，两百块了啊！来两百，攞客过来包过，来两百送你食，两百块，这两包搁送你包过两百了。两百了吼，两百了，哎，别甲恁骗啦，别甲恁骗啦，两百了，最后一个两百，好不好？最后个两百块全部没有了，两百块，红烧狮子头两百了。最后是细胞上面两百块。来给我吧，来个给我吧。一百了，上面只来一百。来一来，小梅。好不好？好，我给你提了了，等下问。来，你甲低卡起个，新三变低卡。排骨粥包排十二包起，阿妹。排骨粥包十二包起，排十二包起。好啦呀，等下就好不？等下。几号人给我？几号人给我？几号人给我？后边还有几撮清楚，还看无？阿成还看无？嘿，对对对，嘿，几字啊？有人给我？给我。啊，谢谢，谢谢。这药膳当归猪脚汤，猪脚，猪脚拢捌食过啊、哦？来，来我来讲哦，我卖阁啰嗦啊，恁直接给钱用我就好，好不好？嘿啊，卖讲这一点偌济钱啊，好不好？嘿啊，拢卖问啊。我的新产品，我一只上个大个吼。你会信任我，你甲钱用我；你若袂信任我，当作我放屁了啊！你着钱卖给我了啊！安尼了解啦。我卖物件不爱，我不爱啰嗦吼。来，这一只我要做应该三四百块啊。低卡的物件较贵啦吼。来，一瓶五个人客，钱给我了啊！我今仔日开放，互恁试吃食。你好食来找我，后礼拜我绝对唔是安尼卖你的。你免问几包，钱一只给我了啊！开一百了啊！来一百块就收钱了啊！卖问几个，一瓶五个啊，话些五个啊，五个啊。啊，四人，我啊，我啊，没啊，无啊，多啊，无啊，没有了，真正无啊，哪个去过？一包在后边，一包在后边，迄阿姊啊，你几个？五个。无啊吼，还是。阿姐，你呢？今仔有恁试吃价啦，吼，恁另外好食就无啊，吼，来，没有了吼，来。迄一箱尔，佫介绍，落同讲伊外好食，迄免介绍，你客人你就来啊。鲑鱼啥物食？开五百了啊！来，鲑鱼要吃五百块，这两条哦，你这三条哦，你这四条哦，你这条搁送我哩，四鲑啊，五百块哩。来五百，搁有要吃鲑鱼哦，五百块。来五百，搁有要吃四鲑无？三百了啊，来试吃看卖，三百块啥物食？包鲑。来鲑鱼，来谢谢。嘿，美女啊，你也比较远，来包鲑。一百无啊？来。来五百。来现场，我要想要吃啥哦？大哥，刚好要啥物无？非常客气。酥炸肥肠，咱老你啉酒的拢知影，海山大楼你卖车啊，吼、哦，至少只要百五、两百、二啊五拢有。这两条真要上到不要超过五百，来五百加五百偌济？来，我招两个人客搞咩？我招三个人客搞咩？我招四个人客搞咩？来。我只有五个人给搞呗，我免一千，我免八百，先给钱先赢，开五百了。来五百块，上面只系五百块，再个上你五百，再个来，再个来五百，再个来五百，非常是面无啊？好啊。系啊，无安尼啦，拢来啊，你唔免去看咧，来五百块包过，来五百，搁招一个上面只五百块，都炸非常五百块，来这边来五百包过，二啊五楼啊，来阿姊食袂了，二啊五，二啊五上面系两百五，都炸非常。二啊五搁有要食无？虽然我两包袂恁鱼啊，我无熟啊哈，食了你就知啊，食了你就知啊，好吧？哎、欸，食了你就知啊啦，好吧？哎、欸，吃下去你就知道了。你甲食看有迄个价值无？有迄个价值无？你食了就知啊。来过来要食啥？大物件去。
百二十三卖了，嘿，有差来未？啊，拄仔我买了百七，还搁徛伫遮手来个。我咧看百七了，你敢有伫遮？百七了，我有差来，还卖了，没有了，吼、哦，来，这叫港式凤爪，吼、哦，港式凤爪，这用我烧了做好起来啊、哦，来，想要食港式凤爪，咱家己有一间迄、那个。水饺做哩啊，伊叫五花嘛，伊内底落哩袂济啊，吼、哦，一个蒸笼啊，一个一份落足济钱啊，吼来，一包我准百五，百五加百五偌济，三百，啊，三百免二啊五免啊，好不好？来要食港式凤爪，两百三要食两百块，两百块了，妹妹，谢谢啊，谢谢，两百三要食港式凤爪两百块，两百三要食港式凤爪，啊，那咧就六百啦，啊，那就六百块啦，四个人加两百三要食两百块，港式凤爪。两百块了，喂，一包港式凤爪卖你五十块。哪两个啊？头前搁一个啦，最后一个两百无啊，加加同意啊。最后一个两百上面起来没有了，一百了啊，一百块。好，起来。最后一个一百了啊，你掠一只鸡仔起来我卖了无？啥物鸡仔拢无要紧，先掠一只鸡仔起来。最后一个一百上面啊，大手努力，你给我开一百块。多少钱不？几钱？有啊。为啥要掠这来？卖干贝来啊，卖较好个啦，卖干贝来啊。干贝起来啊，袂用紧个啊。无啊。好啊好啊，掠起来，好掠起来，啊，啥卖较紧啊？啊啥？是人一家买足济嘛？无，哪有可能卖到成只？到特别买足济，四只尔拢无啊。干贝鸡。这一只八九百块的物件，几只啊？我卖鸡啊，全部拢几只啊！我无可能内底重卡水，互你半只啥物拢无。我的鸡啊，全部拢几只啊！一瓶两只就好啊，唔免足够。我一只西地鸡，你先给钱先啊，两百无啊，两百块，好啊无啊，一瓶两只尔，两只尔没有了。哎，无啊吼，没有了。来，过来要搁吃啥？哈？白带鱼鸡鸡。白带鱼拢无啊，吼，先摕钱的先赢啊。想要食白带的人家听好，钱搁摕上班，你买袂着啊，吼，嘿，因为没有了，吼，无啊啦，吼，没有了，来，再拢互你啊，吼，我简单卖少啦，因为白带鱼没有了，我搁介绍啊，乐乐堂无效啦，卖偌好嘛无，因为都无啊，我先帮我卖死，又搁介绍啊，乐乐堂，吼，来，四个人家规盘拢去两斤，先摕钱先赢，开两百了啊，来两百哦，无啊，两百块了啊，多少结果？有啊。最后一个两百三要吃，最后一个两百三要吃白带，这家钱我到尾啊，我送给你好不好？来，谢谢。好啦，阿伯阿婶，多谢吗？你处理了，美女谢谢啊，我可以给你处理就好了。不要紧，哎，不要紧。最后一个两百块三要吃，拢无啊，包过了，结果没有的。过来要吃什么？诶，这我无买，甲客家买啊。牛肉凉的甲客家买啊，系啊。你若无买，佮头去顶管理啊，好忙啊。好啦。红色鱼翅根，红色有买几包？十包、二十包、三包，过来，你去后边包落好无？红色鱼翅根伫你个尻川遐啦。啊，我要几多钱？好，你打包啊。七折钱？诶，七折钱，都咪佮一分。啊，没意啊！记者就没了了，拢没有了。来，上面吃这個，这叫牛奥良的无骨鸡腿，规只拢无骨头的啊！来，这餐厅一支吃个上俗上俗都要八百，两支三支餐厅吃个超过五百。来，这咪好难的哦。来，我来报告啊，查一下去去。全部存正了啦哈。迄个阿带牙齿的，你会当甲问看我这好食，伊大概拢有买这啦哈。我有甲观察过，你会当甲问看。来，都去去，偌济钱爱找偌济。拄仔好爱讲一下吼，你无讲唔知啊吼，来。拍摄真阿姐，不好意思，没不好意思吼。金龙三四五六七八，我卖八个客人吃迄个五谷的鸡腿牛奥良，这等于你会当配饭哈。三支总是餐厅超过五百，唔免六百、八百，先客钱先赢。陈家良，陈家良，等下请啊。感谢各位爱，谢谢大家。一瓶两个人家买着，钱你定啊起啊紧，全部拢无啊。上先给钱先赢，三百好了啊，三百块了啊，三百了，三百块了啊。牛二两五谷鸡腿三百了，三百块。
300块。嗯，靠腰我发大声，无人要买。还是要解释声。300有人要吃无？300袂坐咧人客哦。这只好食，是阿恁买袂？100咯。来100块上面吃，来你先买100吃看卖好啊。100块上面吃100块，100上面吃100块。收起来。现场敢有要点菜无？讲完起来，鱼子羹起来，鱼子羹后边咪搁一包。讲完拢无啊，要买钱起啊，紧来啊，200咯啊，包过偌客过？好啊，无啊。你有买来无？哦。讲完刚够买来。你收了什么钱？你有寄物件了吗？包括200，寄我。100啊，无啊。100块最后这包谁要？这包最后这包一包上面啊。脾气给胖了，紧嘞！脾气给胖了，底下紧嘞！脾气给上面吃，拢无啊？这一只3块，2只7、8嘞哦。两个人可以当提钱啊，因为全部拢无啊，我无白差嘞，先提钱的先啊，这只过来，3只总计超过1300了啊，包括无啊？没有了哈。来过来要吃啥？啊？牛排，白菜都 OK 的。白菜都有得紧嘞，我买来物件卡手我紧嘞好无？牛排呢？白菜肉啥物事啊？上点诶，这一只煮个33，2只煮个600几块，唔免就600卖500，300卖你，来这只搁送你无啊？300块咯，包过，遐搁摕到我卖，先摕200我卖落啊。来300搁一个好无？300块。白菜肉300搁一个人客好不好？白菜卤好吃又便宜，100落啊，来落啊，客过100块，伊要100。那你人要买过，先买100，人要好食啦，白菜都搁寄过来，今日我要卖卖啊。100搁有买啊，去买买，春姐，谢谢大哥。100搁有买来无？最后3包100块，还有要吃吗？来，给头前去嘞。有人要食兔兔无？那无我就收起来，兔兔够有人要食，来收起来。有人要食白虾、草虾无？你要什么虾？白的去，来，这个我先卖好不好？牛排上面是啊，1500，1000块。嫩煎牛排1500了，一袋800，2袋1600，1000好啊。这袋搁送你1000，这袋搁你1000，这袋搁你来1000块。人要食牛排的无？1000块了，1000块。1000上面是啊，1000块。嫩煎牛排1000块了，拢有啊、哦。谢谢，我的牛排确实真正好食，啊，不过恁嫌伤济，物件堆袂落，人无啊济，食袂了的问题，种种的原因，400了啊，来400块，400块。来400上面吃，你冇买过买400，嫩煎牛排400块咯，400块，400拢有啊吼，谢谢，感谢您来收起来。过来，我要吃啥？白虾啊，白虾我甲你买吼，来，来谢谢。一只牛排包，你要买一袋嘛，包起来200了啊，上面啊，白牛排你也要吃200块，看人要吃无？来，来。草鞋甲起来，只爱足歹看，挡着咱的视线。靠呀，啊，一直开唔着屏的啊，到底对屏？有包过落啊？牛排你也要200，甲我讲啊，我叫包你落啊。这白虾啦，这白虾，这只斤半，唔免看内底的物件吼。这两个三斤菜，只一斤300，3斤900，唔免900，唔免700，500落。来500块落啊，500块。来500了，500块，白虾500，咱要吃无？拢有啊，250了啊，鱼啊个。来吃不完，我们买一盒就好了，这是要斤半嘛。后边你鱼啊个顶个吃一斤百几块都 OK 个。来鱼啊个，搁有要吃无？右手边再一个，谢谢大哥啊，谢谢。来右手边搁一个，来250还有人要吃吗？白虾1斤半，鱼啊个搁有要来无？250拢有啊，好，谢谢，感谢您哦，来谢谢，来好，感谢啊。来过来现场想要吃啥？哎、欸，阿成，我想要买迄好食个咧，下口爱想我。啊，飞机排起啦，啊，干杯！羊。今仔人少，干杯我嘛卖袂济啦。我个干杯唔好人加嫌贵，想要食一包半公斤啦，1000面、800面、600了啊，600块，一包搁送你600好不好？一包够你。来600上面食干杯，600块了，600块。
拢有啊吼，谢谢干杯，全家来啊，四百了啊，四百块，来四百，上面食干杯，四百，四百块，来包过，来四百，搁有要食干杯无？四百块，拢有啊，谢谢，收起来了。几百上要吃，这顿用真用钱的，我一人摕十八顿来啦吼，一人摕十八顿的，三百免几啊，我免十块几包，你一包上要吃一百块，一包了，一百块，三个够了没啊？无，十块一百块，想法够无？够起个，话声了啊，不然你免落去啊，话声了啊，你免嘿，一包够买来无？可以包三分去，有人要吃羊肉的无？这羊肉用我烧了最好吃啊吼，这种大鼎的哦吼，来。想要吃羊肉咯，人家我免1000，我嘛免800，先加钱的先赢，反正看头前400咯。好，两个好了。好啊，一个尔，一个尔，无啊，无啊。有，大哥有啊，我有来看，我有送你的。200无啊？可以排啊，有。200最后一包上面无啊？哎，600，可以排。人家你讲话就要注意听。你等下咯。啊？黄黄鱼看要几只？你讲我两只包我，你要几只？我讲好啊，几只？三只，三只，二啊二来包过。哎、欸、啊，你去后边揢三只黄鱼，把二啊二收上来，看我只，收到去啦。啊，无你是我处理了，我交代你的工作，你去处理了啊。200收上了啊，反正200块收上了，200块了。来，来这迄、那个，这腿牌上面只，300变二啊，我变紧好啊，200上面只，看看头前啊。两地给你，三地给你，四地给你，五地给你，鸡腿啊，六地给你，七地给你，八地、九地、十地，200块鸡腿啊，腿牌拢无骨的哦，200就好啊，嘿，啊，先注意人客头前一举一动，四五六七，嘿，八九十吼，卖叫人影响着吼，人去创啊，卖人看，你注意人客就好啊，来200个要吃哦，200块，来五六，搁莫想起来七八九十，200就好啊，套路。阿成姐，帮我套下咯。一千块我可以啦，阿奶啊。前边这个，哎，几号名片摸？七八九十，几号摸啊？我后人加加摸啊，阿袂遐贵啊，一只贵了，我叫你创下你就一只做你交代工贵了啊，出来阿妈下咧，阿边系200收台。哎，恁来，等下啊，我叫人家摸了，免加摸啊，攞下去过。200个有人要来无？一包你吃看嘛，100块。一包有人要吃无？鸡腿，100块，谢谢，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你直接看到即卖买无半项的酒来，送一包6000块的红包。你别看恁先生安怎啊？徛伫遮，全部买无半项的酒来，起起来。什么来啊？奇怪，无啦，我阿恁讲生肖的啊，垃圾菜啊。这个三个鱼头大包，一包2公斤，就想要吃的人家，这买着啊，唔捌无当来啊。这一包我做起来超过1000，我真正上好你个啊。过来，我要起价啊，唔是我起价，顶管有卡电来要起价啊。我着过年，当年着起价，先价钱先啊。来包过200块好啊，来200块落落去过。三个鱼头大包，内底是鲑鱼头啊，200块落。这两只200上面吃，三个鱼头200块。有人无买，要俺捧着两鼎无？迄真正做好食，啊，一个人一份，买200块落好无？200块。三块迄度200块，人要搁啊？200块。拢有啊吼，头前。最后这只我甲恁恳求，甲恁拜托，这只你甲俺买上，我真正存这只200块，你敢试讲看嘛？绝对不会让你们大家失望的。谢谢大哥，帅哥，谢谢你。皮啊更拖一摆。上面只鲍鱼诶，这鲍鱼，阿文啊。迄、那个咸鱼也起来，我真正卖卖，迄剩一寡拢我卖卖，迄卖搁伫遐炖啦。剩只啦，搁伫遐炖。这叫挪威咸鱼，这拢无饲的哦。阿奶哦，铁路排骨起来，这当用切的落啊，一支饲拢无，规个两骨拢该处理好啊。啊，这一只我行过100块，两只行过300，我来报告啊。这咸鱼也拢无啊嘛？无啊。确定拢无啊？这等下，蛤蟆起去，全部啊，三个平钱，唔免500，免啊，剩这两个无差到这啊，两个人起买200了啊，来200块了，200了，没有了，200块，最后一个200上面只，挪威仙女200块，最后一个200上面只，挪威咸鱼啊200块了，200块，
两百楼，两百块，拢有啊、哦！谢谢，感谢各位。最后一个上面搞小车，两百块楼。最后一个两百，要夹米啊，手夹起。你买啊？这四个全部搁送你，一半拢摕着你吃了无？一句话了啊！一百楼。你要了钱好哩，你搁吃袂了？本来要花两百，我你讲一个吃袂了，你别给我变一百，你气死人！你唔爱讲吃了，啥物搞讲吃袂了？啊，你气死个啊！今日了济个啊！啊，蛤蟆摕钱，我赶时间手下去。收银员摕一包给我，我要摕遐好个收银员。钱我收落啊，你拢卖收啊，摕一红色袋起来顶过来我。我讲话恁有在听落啊，无买无要紧。飞机员当然主通主面主位，搁凊彩咧煮。想要留落来买物件，人家听好哦。想要留落来买物件，人家十块落来，十块三要吃。想要留落来买物件，十块块钱个话，十块落。十块落，我收哦，我收哦。十块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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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块。五十个手下去，卖阁收啊！听我讲话了，五十个手下去走过，最后一个十块。啊，你也都唔收买啊？是啊。恁派红阿婆出来啊？好啊好啊，甲收来啊！派红阿婆，恁袂眼目睭碎了，知影你变啥物棒啊？尻川几鸡毛，恁袂碎了，知影你是？今日要包个八十包啊！你也都飞机话有摕钱，你唔好摕物件，我即卖是你讲只蛤蟆。你两个先搬了，我啉一水凉。海浪啊，这什么呀？这叫啥？这你无物件啊？啊，多买咸米啊，啥？啊，这个一袋只送你，你买遐咸鱼，你汤较冰的，我真正无遐好笑的。做先破胖的物件，我袂好。大家好，铁路排骨上店的，三百蚊起啊，后面我铁路排骨要求好食，两百三百只，两百块，一袋两百，两袋两百，前后请只胖胖做好食，三袋哦，你四袋哦，你来五袋，这两袋我送你，起走，两百块咯，来两百，搁起个，无啊，收走，两百搁少，拢无来啊。两百个小姐上面写铁路排骨，两百块个要吃铁路排骨啊，两百块，这两块个送你哈，来两百有人要吃啊，两百块，铁路排骨两百刚够，有人要啊，两百块，包过，收起来就收起来了，你讲要吃啥物？啊？咸猪肉送吃，送点的三百了，一条三百，两条三百，三条哩，四条哩，三百块了。咸猪肉三百，搁上面吃，三百块。这咸猪肉好吃又便宜，三百了，三百块。包贵，包钱搁一个。八块上面吃无啊？包贵。谢谢。拢无啊？八块。多少客数？家己客无啊？上点鲍鱼的，这鲍鱼特别当家，这一两鱼也五嘞哦。这两粒鲍鱼要五百块，安尼要五百块，安尼要五百块。来听好啊，要食鲍鱼的钱起较紧的啊，五百四百拢免啦。上先摕钱的先啊，爱食鲍鱼当个冷冻退冰的当家，水较强的落啊，三百三百只，三百块。谢谢，再个送你，再个送你，先摕钱的才拢有你，三百块一堆你摕上来，三百，三百个有人要吃啊，头前收钱发车，三百块，三百个就一个咯，来三百咯，啊，无那包鱼，我从贵姓话讲，来三百咯，新龙三四，来五六，三百最后搁招一个咯啊，包贵。最后一个一百无啊？
拎你去红烧吓？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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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小平，用真的三包，变几啊？我变两包拢无啊？一包、两包、三包、四包、八袋、两包了。最后一个两包包过无啊？两包最后一个啥物啊？包过。一百了啊？没有了，一百块。月亮虾饼，哪底无月亮啊？无太阳啊，拢无啦。哎呀、啊，都虾饼安尼尔啦。要不要包过？最后一百无啊？包过。看来找高包了。我想比你先，我今天比你的钱。这上面是啊？这台退兵的，当时免经过当天来煮啊，分白醋就做好食。日本料理一百二啊，我两百五百，白醋两百用的，一包要卖恁五百，五百加五百或者，两个人计搞要，免一千免八百，先给钱的先赢，三百上面是三百块，等下啊，一包过你，一包过你，等下来，这拢来啊，一包卖你几十块免考虑啊，三百最后一个上面是三百块。好的。这个有无？百五上面吃无啊？买两包当尾猛吃百五块，一百五上面吃百五，一百五上面吃百五，百五上面吃百五，最后两个百五上面吃，最后这两包百五上面啊一百五，最后两包上面搞小钱，感谢你，谢谢啊，你爱多，感谢你啊，谢谢大哥，谢谢帅哥。有另外团体在后边过无？上点没？用我小路啊，这真正拄好三四百块，大块退兵的，你家看伊打这聊偌济，三个人计先给钱先赢两百了，这拢互你啊，无啊，两百块都啊，几位礼拜赚，最后这两百上面包过无啊？最后这两百上面就没有了，包过。这几位一包啊？最后这一包上面无啊？几位礼拜赚，包过。物件当拿拖了，拿行李做顶好无？这个平平平来只，平来只。谢谢啊！干哪要吃多利鱼？啊？多利鱼干哪要吃？现场讲是要吃啥？你跟我讲。鱼翅羹这种的哦，上点的。先学迄个话五百收呐，无啊，真正无啊，无啊，无啊，我就无好啊。来三七五收呐，好不好？三七五，三七五。三七的，三七的，青菜的。好，好，青菜，青菜，反正就继续同款，你卖落啊。干袂当？迄个阿文，你来我后壁。七千块我摆起，七千嘛我摆起，这两千我摆起，嘿。一二五啊，多少结果？明天老一二五上诶。来，现场我要点三个无？啊，这只毛毛拖过，豆豆来，好爱咯，谢谢。来，过来要吃啥物？有要点菜无？来，客边遐好边，来先客客。来，客客，起码客客，拢客客，伊动作拢客客，我做一个袂着，我在底下读书啊，见人啊。我问这小弟先。现场个人要食羊肉，这个红烧羊腩，这用我烧就好啊。羊肉，搅饭搅面上盖赞的物件啊，哈，来，这羊肉，无啊，这羊肉对咱用我烧就真好吃啊，哈。想要食羊肉的人，给卖讲，这汤汤的羊肉，哈，这个我煮好一点，你讲话者三个话者，三个，啊三个加三个话者，一平两个人计搞要食羊肉，免七百五百，你去菜市啊。到尾车的羊肉看贵啊，俗，先给钱先赢，一包过来，三百了，来三百块，上面就羊肉，三百块，红烧羊腩三百了，三百块了啊，三百块收起来，直接收了，直接收就好了，无人要吃，咱就直接收，一包给人给看，一包给人给看，上水的，拢无啊，剩这尔，给他们吃，雕哥花枝，雕哥鱿鱼。这几后边来拍啊，足辛苦的吼，来。这一包金花，一斤多，好、哦、金花啊，这一包哈、哦。最近啥啥，我米白醋啊，啥米拢会动哈、哦。来，海参啊，差一包五六百块嘞哦，我无甲你好笑的哈、哦。来，一瓶四个人计搞买就好啊，拢无啊嘛。一瓶四个，先给钱的先赢，一百了，来一百块了，一百块收钱，收钱啊，一百块了，一百块。
一百了，一百块收钱，这一百了，佫考虑无物件，哪个过？没有没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最高一个是两个啊，三个。一个免费，最后两包一包，后面也无啊。包过啊，包过，包过，无啊。迄个阿文，揢一个迄个林心粿起来，迄食后肥肥，因某开箱迄个皮包上好食，揢起来。这包人参粿就是迄个吃后肥肥，因某有翕拍个影片开箱的迄包。你若秋天到暗时翻冷的时阵吼，你若要订包，你甲吃这包。哦，这内底用鸡腿肉，只要将近十块。哦，当时啊九块，当时啊十块，啊，不过我会当甲你确定，就是规支的鸡腿肉。不多的，规支鸡腿肉绝对不是用芡面嘛，你甲恁骗钱的哈！伊、哦、的汤头非常之浓郁，哦，非常的浓郁。这外口煮一只三四百块的物件，我来报告，四百加四百外多。这干来三个人去买会着啦，因为一工拢一箱尔吼、哦，这袂炸侪啦吼。这若趁恁足侪，我会炸十几箱啊。这无趁恁足侪哈，恁试食看卖。这两包装起我免八百五百，全部拢免咯。这只过来餐厅超过一千块。三个人去搞买，林心粿夭寿啊好食，汤头阁有够赞，新价钱先赢三百了，来三百块了，三百块包过，最后一个三百去结账，三百阁一个啥物事啊？包过，全世界剩一个三百啥物事啊？全世界剩下一个三百块钱钥匙都没有了。来五百，来五百，三百，三百要来包过，你找我对？哎，哦。我想要找伊三百，都系歹势啊！我看唔到，最后一包拢无啊，三百了，来一边，一边三百包过，一百讲笑个，伊三百手举举好意，靠遐那边我三百，大块贵起个，这是贵妃包哦，这贵妃在吃的东西哦，你给有人给看，给有人给看。这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成本就较贵啊！这我成本就较贵啊！哦，我当休困吃饭了未？当未当？没有。伊个物件可以啊？钱要收？上收诶？偌济？嘿，对，五百对。几对？这完全无同款的口感嘛，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啊、哦！你们吃看看啊、哦，这真正可以啊贵。这你希望哦，这内底有足侪内行的，拢伫遐咧看。这内底有足侪厂商啊，内行的啥拢伫遐。我袂当我袂讲话吼。哎、哦，这包的成本计足贵啊，恁食看卖，口感无同。佮一外口一包到，然后要个三百、三百加三百或者。两个人计食贵妃包，唔免六百，唔免五百。恁到只要白错嘞，当袂啊，用这免煮，先加钱先赢五百，先加。一包够哩，一包够哩，一包够哩，佮加一包来，上先加钱的先赢，佮加一包来啊。拼拼甲上山要休困啊啦。啊，你拢来啊，三百块了，三百块了，来三百上面去，三百块，贵妃包片三百块，三百一个人家出手好无？你相信我一下，你食一下这个鲍鱼，食看有啥物无共？三百块，睇下起去啊！谢谢哈、哦，感谢你，减一包，来，来，上面食鲍鱼诶，五百了啊，五百块，最后边搁几箱？一地五百，两地五百，三地五百，四地五百，七地搁三地五百，海龟四个个，来五百，一地五百，两地五百，三地四地，来五地五百，搁有要食刺龟无？五百，高情啊，拍咧，卖勉强，不要勉强，买你介意食，好、哦，卖勉强，我绝对不勉强个人，三百上面食三百块，三百，三百上面食，食袂了买三百，我无甲你算啊贵哦，三百了啊，包贵，最后一个三百上面啊。最后一个三百收起来了，哦，这免高价，这算新货了，这大凊彩卖卖，凊彩卖卖就卖，这免高价，两百最后一个上面两百块，高贵无啊？有人要吃啊高档的无？你若为外观起来，我来保证你一定要甲我买一包，大你哦，一定要买，钱哪块一点都无啊，钱要哪块一点啊？我带了卖一堆啊啦，七块全部卖光光了。一瓶三个人家，海山大这包炒起来超过六百块，一百了，六个啊，发车，六个啊。
一瓶三个尔，三个无啊。好嘢。最后一个呢，这一包一包你买有啊？这三四斤的海龟煮着，迄白龟包干了肉，安尼一百块你考虑哦。不用盖子，谢谢阿大。我先中场休息，中场休息三十秒，我马上上来。给你。要吃一下休息吗？对的，我多啊，比较好啊。来讲，想要吃鸡腿的，这大鸡的哦，这茶香熏鸡腿哦。这边好啊。来讲，想要吃鸡腿的，这大鸡的哦，等于用小料啊，这350公克。然后就一个人去买来两个，来三个人去，来四个人去，来五个人去，来想要吃鸡腿的就等于用小料啊，来200块，想要吃200，来200，想要吃200，这几个来，来200块，刚刚就一个人去买200，最好吃哦，200块，200，我这几个来啊，来200，想要吃200。来，你200块，刚好要吃200。哎，我要吃，来100，试吃看卖100。好吃，好吃。来，这阿门个烤肉啊，100个要吃哦，100。来，100个要吃哦，用小料啊，这规矩的。来，过来，你要吃什么？喂喂喂。来个，恁准备吃什么？来个，准备吃排骨酥的，提上去煮，用钱的料啊吼。我看爱煮一包爱200，这个包煮好来400，然后就一个人去买来两个，来三个人去，来四个人去，来300块，想要吃300，这200搁送你。这种包过来，这种包过来，来招四个人起来，先提钱，先来200块，想要吃200，来200块，够要吃哦，200，200，200够要吃哦，200。来过来，你准备做什么？来干嘛要点菜？哎，我哪去也买啊？来干嘛？什么叫玩啊？这三百一碗哦，还像猪汤、猪米、猪黑哥。来，什么叫三百一碗？来开200，了200，200干嘛要吃？来200块，刚好要吃来200，再过来吼，来200块，来200，刚好要吃来200，来这种送你头，来200，来200块，刚好要吃来200，来最后一个200，想要吃来，最后一个200，来100，试吃看卖100。来，最后一个100，想要吃来？最后一个100，来，最后一个100，刚好要吃来。来，过来，你要吃什么？来，过来，想要吃什么？火腿肠，是啊。
有啊，有白菜刀啊。啊，啊无啊。哎。你这话就我放进去。嗯。哥小姐，来，上回食白菜肉的，三百了，三百，一包三百，送一包送两包来，三百块，要吗？可以其他的吗？什么其他的？对啊，来这三百，想要吃来三百。来这包想喝起来虫草鸡汤，来这包上一脚，来三百。来这三百，搁有要吃哦，三百。三百，刚搁有要吃来三百，搁少一个三百，这包搁送你啊。来三百，搁什么吃来？来，来这搁少一个无？三百。来三百，搁有要吃哦，三百。这个要摆起啊。啊这样。哪个啊？你们吃什么？刚好你们吃什么？来，来，刚好什么吃这？小个好吃的物件，虾仔卷哦，饭桌里用的虾卷，一人提二十条当，唔免三百，唔免一百五来一百，想要吃来一百。好，就你两个。六，几个？两个。好。无啊。来，过来，你要吃什么？来吃青啊！刚好要点菜，刚好要点菜。物件给了我分，物件给了我分。来，先给我分了。恁这飞机嘛有摕十块手表去？哎，飞机人摕十块的哦。有拿钱的拿东西哦吼，来，谁拿钱的？迄十块块人摕钱的，来送给你就好了。来，我跟你讲哦，迄、那个来果冻外表阁有无？我最后阁买一部啊啦，这果冻当然吼。哎，当下退冰了，唔系，当下你会当冰个冷冻啊。当时啊，热天中昼足热个有啊，你甲冰个冷冻啊，食冰冰安尼好啊。这菜只啊一斤七八十块啊，十块上面只系十块钱，十块咯，话声。四人。哎，给钱啊！哎，拿钱，拿钱。四人。好，我七人。好，安尼有够啊，十一个去包起来。来，我先讲哦，来，我那去啦。来，钱鱼了对。来，我来讲哦，来。这那么几遍，回应那么几遍，铁路排骨去个，挂一千拢来，做一个啦。现场有人要吃白虾，还有草虾吗？到哪要吃白的甲草的？白虾去个，伫下骹，哎，卖袂济啦，我袂话济，你放心吼，哎，来，人少我话少咯，哎，这只一斤半。再只一斤三百，斤半要甲你卖四百五十，唔免，咱绝对无输现楼啊！先给钱先赢，二啊五楼，两百五楼啊，包括二啊五，要买两阿伯甲我讲啊，二啊五楼，阿无我卖吃阿无啊，来两百五一个二啊五，两百五个有要吃无？白虾一斤半，我一斤卖你百几块尔，还佫一个，那我走做一个收钱，二啊五个有要吃白虾无？两百五，啊这包括，那二啊五个有要吃白虾无？二啊五。这好食哦，这切切侪甜物物咯，哦，我袂少，你袂少，等我食好食，你还加买过来好啊。人少我卖袂侪啦哈，来鱼啊我拢有啊哈，好谢谢，来，来谢谢你们哈，来，可以走，可以走，可以走，走走哈，来，来。
即迄个排骨，铁路排骨哈、哦，来，找好阿妈。即铁路排骨都用煎的就好啊、哦，即免煎哈，你加无彩油，加无彩油的来。即啊，想要食铁路排骨，我免300，免伊啊，我一边一个人客搞买200就好啊，200块，嘿，恁两地哦，你煎到吃吃胖胖啊，真正袂歹。3地哦，你4地哦，你来5地，你买袂着啊，即两地搁送你，搁招一个人客200，啥物事啊？铁路排骨200块，铁路排骨200，搁人要吃啊？来4地，来5地哦，你即两地搁送你来200了。最后一个客人上面吃铁路排骨200了，4地哦，你来5地哦，你这地搁送你，这地搁你200个要吃铁路排骨的无？拢有啊吼，好来谢谢，收起来，上掉未？草鞋拢无啊啦吼，嘿来，哇你看我的草鞋偌水吼，你们自己看一次就好了。六尾装的草鞋，六尾装的草鞋，两个人计钱就好啊，先计钱的先啊，因为拢无啊，开500了，来500块了啊。来500块咯，两盒你买袂着啊！这草鞋老尾装足贵的啊！哈，来，之后佫送你最后一个500，上面竟然没有了。好，校长。无啊，结束，拢好客过，再过。有啊，这个没有你啊，无啊。来，这收掉，牛筋甲皮了，来，谢谢。来，你唔爱收，来，哎，来，再见。这麻辣牛筋哦，这牛筋，这也用我烧了足 Q 足好食，皮你拢过过来。这个还有一包，吼、哦，用我烧了爱2.5，2.5加2.5偌济。来要食麻辣牛筋的人客袂作嫌的啦，你放心啦。两个人客搞要，三个人客，四个人客，你若要牛腩、羊腩、牛肉卤的人客，你甲加了，真正够好食。哦，有一个人客吼，当讲当的，你甲加泡面，你就食到变的啊，来。金龙三四五七个人客，这两包免500，免400，300上面食牛筋的300。这牛筋无上哦，再搁送你好无？300块一个人家跳出来好无？300块有人要食牛筋的无？300块，300有人要吃无？300块了，收钱300，谢谢，再搁送你啊，再搁送你300，再搁来300块，这里再给你，来300了，牛筋后边敢搁有？来300，我搁招一个人家摕钱好无？300块，谢谢，感谢你哈，来谢谢，牛筋后边敢搁有？无啊，无啊，我来讲哦。今天较无人啊，我凊彩甲卖卖落啊。我当一包恁食食啊吼，哎，卖啰嗦吼，啊，咱紧就好啊。吼、哦，来，再过来，来，这个收掉，来，落下过来300。等下，我阁招最后一个人家，你无好食，你客当啊，再阁送你。最后一个人家300块，上面食，300块，最后一个300块落啊，来300，来袋子给我包过，用我烧落啊，用我烧落啊。来300个要食牛筋的无？300块，300个要食牛筋的无？300。我甲你扣20几个，你阁无插无？300阁有人要食哦，300块。300最后一个人加了无？300，睇下见面。我的牛筋哦，真正你试食看卖。我相信你若即世人讲你袂去食泡面的人，你就卖真正卖买。你若即世人你有机会食到泡面，我甲你拜托你，我一次机会，你甲加泡面，甲卡一只龙话，我甲你讲，即世人你阁会来找我，100就好啊，来你食看卖，100块，200包过。要试食哦，100块，100块有人要试食，你唔好买过，你先买100食看卖好无？100块，来100咯，最后两个100好不好？包过，最后一个100无啊？最后一个100，甲恁恳求，甲恁拜托，包过。来，把这箱新产品给起来。来，我包。够人要食迄个翅啊无？够人想要食高档的翅啊，蓝龙蟹够人要食？蓝龙蟹有人要吃吗？给人家看，这拢第一天卖哦，第一天卖，这也毋捌炸出来过。这和之前去煮是无同的哦，不一样的。之前的细包一包卖恁100，一个是汤啊，啊一个是羹，两包差伫遮料差不多，啊一个是羹，一个是汤，安尼吼，来。你想要吃这包鱼翅羹的人家吼，来我来报告吼，来，这一包外口底价拢一定要300-400块吼，来我来讲，五个人家搞我买就好啊，5个客人买就好了，这包总起我免500，免400，300上面只系300块，这包阁送给你哦吼，我今日给拢全部给您试吃价，给你们试吃价，你们先试吃看看，哦，有好食歹食你唔知影吼，来，落去买300，啊无我来讲吼，这是最后一箱吗？你去上很久啊！看，我甲你讲，你摕五包起来好啊！我甲拼啦！你今日甲我买300，人客我卖啰嗦啊！这包虫草鸡佫送你好啊！
这包虫草机给你了，好不好？哎呀，麦啰嗦，给你们试试价，三百了，包鬼三百块。好了没？三百。好了没？三个两个没。来，你试下。你休困，你休困啦，起身起去，起去。手头睇下去啊。最后亲戚无贵，我甲卖卖吼。这是鸡腿哦，这是鸡腿。伊只鸡腿吼，都没有骨头，伊拢无骨头。你等下咩啊煮咧？你用鼎，用一点点啊，甲用煎咧。你甲配饭，伊胖胖啊，吼啊好落饭，好配饭。想要吃鸡腿，唔免三百，二十五啦，唔免。三支鸡腿、四支鸡腿、五支鸡腿、六支鸡腿、七支鸡腿，全部无骨头的。最后剩几箱啊？我八支予你，我九支予你，我十支鸡腿予你。这内底十支鸡腿，一支骨头拢无，先加钱先赢，一瓶两个人客全部没有了，两百了。来两百块了，来包过偌济块？来两百了。来有人要搁食这支迄个两百块腿排无？六支、七支、八支、九支、十支，最后一个两百给您，好不好？坐好，起来头前。阿姨，你要跪一下，好不好？哎，最后一个两百，好不好？起来，我后边搞摸的。阿哪样？好好好，来两百，最后搁招一个，好不好？这真正好吃啊，美女，这腿排真正好吃。来八到十，来，我来讲吼。我招两个人客，你真正唔捌买过我的腿排人客，我甲你恳求，甲你拜托，你给我头家一次机会，你甲咱食一次看卖好不好？阿哪样？一百了，来一百块，你没买的买一百块，来一百块试食看卖一百块了，一百上面只一百块，包括偌几块，一百先处理你的偌几块，一百了，来一百块了，一百块。哦，你无买，你想要一百食看卖没有关系哈、哦。最后这个一百，无啊，没有了，无啊无啊，免花无啊。好啊，谢谢。你把布料奖给他好吧，红色的胶带全部拢给他，全部拿上来，快一点。皮仔更给他分分呢。皮仔更给钱的是谁的？可以吗？虾卷你有拿钱的是谁？那个叫包给他，鱿鱼圈顶管一两包。二十条一百块上诶，这包黑鸭更低价，把上面讲没有了。我在讲话，你们全部都要注意听，好不好？蛤蟆敢不敢有？一瓶六个人客钱起啊，紧诶，全部无啊，我早要休困啊，后壁春节无十箱啊，十块上面只系十块钱，十块落六个客人，六个，六个，六个人客。甲收档啊！好，好啊，好啊，无啊，十二分包起来，即全部包十二，卖老啊，中午迄工用物件好钱哦。来，我讲哦，刷二起起我边，来。有人要食这大地的鳕鱼无？格陵兰大比目鱼，人伊讲扁鳕，想要食的人家菜价一斤三百几块。凊彩一个切起两百外块，想要食雪梨的先给钱先呀，三百上面一个三百块，收钱就好啊。你免问几多钱啊，我了啊，三百块上面一个，后边搁一个，三百块，三百块了，三百块，三百。有人要食嫩煎牛排无？牛排看有人要食，有人要食啊，三百偌几块？三百了，三百块了啊，三百。几个？下加另外一箱牛排，一箱啥物？哎，三百。好，啊，这一定好，你手受伤哦。最后一个沙包上面也没有了。最后一个沙包上面包过来。我冇起啊。谢谢。头前啊，你还举手还是收钱？最后，你后边讲够。最后，春节都没有了哦。血，我想看卖。一箱三十袋，另外一箱六箱了，一百八十袋拢无啊！来三百，最后阁有要来无？拢有啊，有啊！我讲一句实际要收啊，收起来吼，来。
我来给你买这包招牌，这包叫狮子头佛跳墙，狮子头的佛跳墙，这包是2000公斤，2公斤重，上大包的啊，上大包，这是料的一米米啊，恁俩这是上大包的，来，这两三四五六个人去搞呗，一只2公斤哦。等于带进三斤外的物件哦，实在哦吼，三斤外吼，一平三个人客，这点总是餐厅食个，你要食七八起条吼，这没好笑啊！凊彩用个小人要改给七八起条，一边三个客人，先给钱的先聊，200喽，来200块，200块，来200块，红烧狮子头的佛跳墙200块喽，来200块，我要吃不？狮子头佛跳墙200块喽，200块。200了，够我就最后一个人给了啊！你信任我，真正大包的，200块再一个客人就好了。然后可以管谢哦，帅哥，谢谢你，真的真心感谢你啊、哦！来，谢谢你哈、哦，来谢谢。来，我讲哈、哦，我这个妹妹哈，来这我个妹妹啊，来，来，这叫那个游击士。啊？你若退兵，只要2-3分钟、3-4分钟就好啊，退兵哦。啊！你啊，领导，你真要注意，用慢慢啊火落去蒸，因为你啊，领导结冰嘛，定定你啊要用大火，一定臭火大。吼、哦，你尽量是退冰，比如讲你当时要食我，你摕落啊个低几滴啊，就臭臭大下咧就好啊。吼、哦，你啊比如讲中昼你要煮，你啊透透透九点十点你啊摕大大下嚟啊，互伊退冰啊落去蒸一下尔。吼、哦，到2分钟就拢熟啊，两分钟拢熟啊。啊，火开啊细哦，火开啊细。吼、哦，来，这油鸡翅哦，哈、哦，想要食油鸡翅的人客，我招5个人客，后尾2包装起免500，免800，先给钱先赢，300上面食300块，油鸡翅300了。我咧讲话，你拢爱注意听哦。这包鲍鱼餐厅用好退冰机啊，哥，这包过来，搁给2包来。来，全部5个人客，来，我来报告哈、哦，来，咱个拼个上上，啊，紧就好哈，啊，卖拖沙，来，来，鸡腿搞起去，起去。这大包的大鸡的鸡腿哦，这鸡块菜只剁好超过200块，我来讲，全部5个人客客钱，第6个你卖客钱，先客钱的先聊，200块了，来200块了，来200了，来200块了，200块了，200块，200了，200块，最后个200了，最后个就是200了，最后一个客人200块。对个，最后一个200上面写200块了，200块，拢有啊吼，都有了吼，包贵。最后一个200上面写，最后一个200上面写，20块了啊，20块5秒，你起来，我收下5秒，4秒，3秒，2秒，上第一个去，上第一个买。挂口罩这里啊，来买20块了，谢谢，感谢恁的爱，谢谢你们。嘿喽，先我收掉。来，来新产品去个，来新产品去个。来，这两箱起来我卖掉。给人去看，这鲍鱼的焗烤，给人去看。我头开有恁看好个。那这谁啊呢？来，阿那个恁看得清楚，焗烤啊，这餐厅板头利用啊，盘看看，阿姨你评看嘛，阿妈用着了，你评看嘛，有盘无？你根本就禁开，无啦，讲笑的啦，靠开啊，开玩笑啦，讲笑啦，禁开啊，安怎？哦，这餐厅板头利用的物件哦。这边吃这一定要感慨，吼、哦，一定要感慨，嘿，来，微波烤箱包括用电锅弄来当，你若盘啊，十秒甲拜拜，电锅当啊飘个烧，就这么简单，拢可以用熟啊，吼、哦，我今日早鲍鱼早好个啦，这一块多多一盒吧，吼、哦，这若我好一盒餐厅，你煮拢才600-700块，这鲍鱼啊，吼、哦，来，600+600对，你唔捌煮过，人家你试吃看卖吼，试试看看，来。我用餐厅办桌的物件，用菜籽啊介绍表，恁当伊家煮就好啊吼，唔免阁去食啦吼，先客钱的先赢。恁就电锅吼，啥物全部拢会当用，只要你得烧了做好食，尤其你用烤箱。我用烤箱哦，伊的迄个啥物啊，迄个气势有小可会迄个
迄、那个拄着烧吼，伊会小寡痒痒安尼有吼，你一开始就真正表示到好食，啊，足烧的哦，你啊用烤箱烘，你啊注意莫去烫着哦。一瓶的，卖讲千二一千八百，我唔免，搭两客，搭两客，看我只，先客钱的先赢哦，三百了，来三百块了啊，三百块，来三百，啥物事啊？来三百块了啊，三百，三百块，三百块，包过，来三百，搁就一个，你当个客啊，三百搁一个好不好？这真正要求我好吃哦，这我袂甲伊好吃哦。三百个就最后一个人客，好不好？大家，谢谢。来，好啊，最后这个我卖个拜托啊，百五块了啊，试吃看卖了啊，一百五了啊，来包过。最后一个百五好无？好了，想来当收掉。啊。这羊肉哦，羊肉。羊肉吼，羊肉。阿文，你羊肉存只收尔哦，只要收着。想要食羊肉的人客哦，你也听我讲哦，即阵共我带迄个、迄个、哦、迄个、迄肥啊，迄个有哦，肥啊、肥啊，迄个、迄个、迄碗有哦，你只。喂喂喂，你只包个羊肉烧哦，你怎啊甲倒落肥啊内底？哦，倒落肥啊啦，这哦，你看要加一个搅一饭啊，搅一啥，真正要求啊好吃。哦，这羊肉，这我煮了一包350块来，三五加三五偌济？来，我全部招只想要吃羊肉的人客哦，四个，五个人客，六个人客搞咩？七百，七百，卖六百，多少一百？啊，恁这人客都唔免谈这，等去厝看电视就好啊。要吃羊肉的人家，我做一家处理，啊！你先给钱的先啊！你等下用我小罗啊，200块罗来200块罗啊，来200罗，来200块罗啊，200块罗，这免阁考虑啊！头前还阁一个200块，还阁一个200无啊？竟然还无啊？没有了，最后一个200无啊？无啊，迄个有哦，迄个有哦，阿来无啊？全部没有了。啊，谢谢，下定去两只客啦，一客啦，最后别个无？无啊，麻烦甲我讲一下，啊无我唔知啊。啊，这个我的老客户在对。你迄、那个，开播前的直播你有看过手呀个？开播前的直播你有看过手呀个？一个人客，两个人客，你开播伊哪拢在底下开讲，拢在底下讲话，你家己甲录起哩。这人客唔知几个人客讲好食，这名我好笑，你家己去看留言，这。麻油焖鸡土鸡啊，麻油焖鸡土鸡啊，全部拢会食。五个人客你买会到呢，即现场上届无30个人客，五个你买会到即只呢，规只土鸡啊，用我小炉啊，规你讲迄汤头啊啦，尊龙鱼啊，啥啦，尊龙鱼的啦。我拄仔伫遐一来时，我伫遐食便当，伊家己走来甲我讲，我讲汤好哩无，伊讲好，尊龙鱼，你有加水无？加偌济水？一碗，加到一碗的水啦，你也嫌伤浓郁哦，你也加一碗的水，来。一瓶两只尔，规只总计餐厅超过800，先给钱先赢，200块落来200块，无啊，200块，再搁一只。哎，先给钱哦，用哪钱的哈？无啊，哎，无啊，没有的哦，哈，谢谢，来，一来。来，继续。干哪要吃牛排？牛排有人想吃吗？牛排可以。斤两三四五六七，头后剩七八箱尔啦。很认真了，认真了，这等用煎，用烘的拢会动。烘烘啊有哦，你啊加这盘啊有哦，加拉伸拉伸，啊边啊搁啊倒一挂胡椒，倒一挂玫瑰盐吼，啊就做好食啊。这外口餐厅半地行起来都要399，半地哦吼，这一地行起来超过800吼，想要食卖讲，来睇下价格。想要吃牛排的人客，两个人客给钱，剩这箱尔，1300要吃，1000块，1000块了，1000块啥物吃，1000了，1000块了，一袋800，两袋都要1600嘛，来1000了啊，这袋搁送你1000，这袋搁请你1000，这袋搁你来1000块，一个人客装包的，1000块拿起来包过，1000了，这袋哦，五六分钱哦，你唔好真全省诶，你若要真全省牛排，你唔好买呢，哦，你搁要真全省牛排，搁外口牛排，你拢浪费啊，来1000块一个好不好？1000块，1000块再一个客人好吗？这袋搁送你。要吗？1000块，伤济吗？包无爱啊？
一千块我搁招一个，我今天我拢要处理啊。一千块再一个客人拿钱就好了。你全家俩呀？来啦，你唔好买贵，你卖惊啦。我讲阮大卖车，你无甲你算啊贵啊，六百了好啦，你试食看卖好啊。来六百块啥物事？六百块啊！你唔好买贵，先买三袋啊，先买三袋啊。来六百啥物事？六百块。六百有啥物事无？嫩煎牛，六百块。诶，六百我恐惧，我招一个当去烘好无？四百了，四百了。你先买两袋当去烘，四百。四百了，我卖卖，只剩六七袋啦，卖卖，四百够有要来无？四百。还要给个，这个情况上没有。我给您拜托一下，我的牛肉吃一吃，为什么你不爱买啦？这些软的东西，你当用煎的就好啊，不然我困求一下，你当一顿吃一下，好不好？拜托一下啦，两百块啦，你给我买一顿，我吃看看啊。对啦，一顿啦，好不好？拜托，你吃看看，真的好吃啊，两百块啦。不要买过，你买两百吃看看啊。我是真正要甲卖好出来，才做剩五六袋尔。啊，真正要甲卖掉，还剩这五六袋，我等下阁画一个艰苦啊。好，谢谢谢谢，感谢我老客户来，两百阁有要来无？嫩煎牛啦，有啊、哦。谢谢。啊，台下来对，给过你啊。啊，你要来给我。阿文啊，桌顶要无物件，你若有啥物拆过，紧麻烦紧甲我堆堆起来吼。啊，桌顶帮我拍好满吼，帮我拍好满吼，来收掉。这叫牛，完了阁偌济？飞机阁偌济？飞机做一个全部拢有啊，全部拢来。嘿嘞，啊嘿嘞，五股牛二两，五股迄个鸡腿，规支拢无骨头的吼、哦。这一支我好用，我小百八加百八偌济？来，这鸡腿拢无啊，头下我拜拜。啊，听好啊，拢无啊。来，你确定先吃啊？我甲白白落，我甲白白落吼。来，三支总计免收五百，免收八百，三百落啊，三百块，三百块落，三百块落啊，三百块。安尼要紧啊，无啊，搁招一个落啊，总二啊，三百块给他们吃，包贵啊。最后一个三百，啥物也无啊。牛二两，五股鸡腿，三百块，最后一个三百块。最后一个三百上面，最后一个三百块上面吃，两百了啊，试吃看卖两百块了，啊两百上面试吃两百块，唔好别个你买两百了两百块，两百块了一百了一百块一百块一百块，一百块一百块，一百了，我怕白白了啊，一百最后两个上面吃五股嫩煎嫩牛二两一百块一百块，来谢谢啊哥，少少啊买买好一项哈，来。看有人要吃干贝，干贝全部几包，看有人要吃。干贝带起来，我卖，这个我先卖了。这飞机运动的煮汤就好啊，煮面、煮火锅，哈、哦，这飞机安尼啊，这一斤偌济？百五。百五加百五偌济？三百。两个人计三百，免其他方面，煮汤就好啊。两百上面吃两百块，你买两百才拢送你啊，才拢给你啊。两百块给两个吃，两百块就好。两百了，收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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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两百块就好，拢去啊，唔免搁看了呀，两百块啊。来啊，包贵啊，贵个，谢谢。飞机运好无？谢谢啊。谢谢啊，大哥。两百最后一个上面吃花枝丸，两百块了。两百块最后一个，两百块。两百个人要吃飞机丸的无？两百块。最后一个客人要吗？两百块了。两百块，两百了。无啊。一百了。一百了啊。一百块，来，无买你买一百块吃看嘛，一百块，一百吃看嘛，一百块，最后这一百上面啊，一百块，来谢谢，来过来买吃啥？来我来看一下好不好？我来看一下好不好？来干杯给我，来，好无啊？有人要吃干杯无？这干杯当用煎的了啊？我的干贝一粒无好吃，你全部起来用我。一粒无好吃，全部起来来。这一包半公斤，我要煮个八百块来。哎，叫人处理干么？叫人处理干么？处理干么？哎呀，都系我解摸落啊！我只弄服务啊。全部金融三十五个人客，唔免一千，唔免八百，五百上面啊。这个你啊，这个你啊，这个你啊，这个你，这个你，四百了啊！来四百块了，干贝四百块，四百块了啊！四百了，吃看卖，四百块。四百块要吃哦，四百块干杯，四百块了，四百了啊！
四百了，来头前一个，四百够有要食干杯无？四百块，四百块，包括四百最后一个，四百最后一个，还要几个？恁这人家当作我头家荷兰好啊，两百给我骗，来两百了，你唔好买过来买两百，哎，当作我荷兰好啊，两百你要紧啊，哎呀，两百块了两百块，两百了两百块，两百块。欸，可以，绝对可以啊、哦，绝对可以，来，来包一个啊，这条钱我袂买掉。鳕鱼、鲑鱼的物件，恁点我客起，你无点我袂客起哦，拢剩一箱一箱。鳕鱼甲鲑鱼，大哥几点啊？这包鱼哦，这我要退冰一个鱼啊五，这两粒要五百块，这两个就要五百了。听好啊！我免叫你开五百，卖四百，先开钱的先赢啦。我再做一届啊，做一届啊，这个对啊。包药别个有无？好啊。等下你也看好药别个无个，免钱我送互恁吃，好不好？来，我来讲。全只买啊！来啊，拢来啊！最后一箱嘛。五个人开开钱，上先开钱的先赢。三百了，等下啊，两百块了，来两百块试吃，两百了。两百啦，两百啦，凊彩啦，两百块啦，哎呀，卖本了吧，来两百，我包包了吧，两百块了吧。可以，包鱼拖起来，我再来一样，来，两百了。两百块我招一个好不好？好处理啊。两百块我招一个好不好？两百块。这边吃吃了啊，也无功夫的啊，你咪三个。我加一个啊！最后一个一百也无啊！好姐，来给我包。鲍鱼拢无啊！来，来迄个阿成，阿文，鲑鱼加加。我袂一箱。来，这两箱加加，我袂掉休困啊！来。这啥物够有人知影？够有人捌甲我买过这？这啥物够有人知？这叫猪柳，黑胡椒猪柳，伊袂险嘛，是我湖州的芳桂尔吼。这个我炒好一包，包我，你等下炒蒜头、炒葱啊、炒辣椒，凊彩你炒凊彩好食。百五加百五偌济？来，两个人加搞，到底你也看到啥物想要食，你直接讲我好啊，因为我无物件啦吼。来。这几箱话卖卖差不多就完胜了吼，就完胜了。来，我全部招只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人客，五百免八百免三百，上面只系三百块了，三百了啊，三百块你肯定差差系三百了，三百块了啊，三百块，三百有人要只话三百块了，三百块，这最后一箱，最后一箱，这个送你哦，三百块，哦，肯定要差了啊，来，这个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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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加加钱出来三百，我给你送三百块了啊，三百块，三百了。好啊。一瓶四个人加，无好食，加一包蛋啊，先加钱先赢。两百块了来，两百块了啊，两百块了，两百块了啊，两百了，两百块了啊，两百块了，两百块了啊，两百块了啊，两百块。哎呀，哥哥，这卖两包，无人买就无路，搁卖落去。有伊会来找吼，他马上找你。两包我搁招一个，好不好？来五百。两百块再一个客人，好不好？拢有啊吼。包滚。包滚。谢谢啊，美女，真的感谢你。两百块最后这个，好不好？叫我卖别，我搁卖一个。来五百的。两百块最后一个谁要？是，无食猪肉的手也起，两百了啊！铁路排骨两百块了啊！最后春节两百块，当用真的了啊！两袋给你，三袋给你，四袋给你，五袋给你，六袋给你，这袋搁送你来，一个人加买了啊！两百块，两百块上面吃，四袋给你，
来五地哦哩，六地哦哩，七地来两百，两个人加买落啊，没有了，两百块上面就铁路排骨的两百块，两百块落啊，两百块落。大家，好的，再一个包过。谢谢。最后一个一百块落啊，没有了，一百块。最后这一个包过，迄个先啊，迄个先啊，迄个寄出来，迄个寄你一单啦，迄个寄你一单啦。有人想要吃鲑鱼无？鲑鱼有人想吃吗？这小袋的吼，这当用煎的，适合小家庭的。来，大家给我。想要吃鲑鱼的人可以注意听我介绍。当用煎的煎了切切，煎了胖胖啊，煎了一罐奶油上盖赞。这鲑鱼拢无啊啦。你是客家的物件拢无啊啦。农村车辆是吧？三百楼，三百怎么讲？三百楼，三百楼，贵耶！老妹，这菜价你别赚钱，菜价你别赚钱。感谢有客钱的人客，吼、哦，你有客钱的，我就给予你吃一点嘛，哈、哦，来。头前搁一个，三百搁少一个，好无？三百块。来啊来啊来啊，送了好啊，送了好啊，来啊，加吃过啦，加吃过啦，来三百搁少一个，紧来啦，加加出来啊。来啊，包过啦，包过啦，包咱你还有无啦？靠呀，你还无半下要吃鲑鱼，上瘾啊无？五百。我牺牲最后一个，我差不多死底啊。好、哦，我才有赚钱，我有赚钱，啊，我才使得啊，我搁做最后一个人家，哎，宝贵，哎，宝贵也无大啊，吼，我尽帮啊，吼、哦，真的尽力了，给你们最下杀的便宜了，沙发最后搁一个上面三百块，宝贵没有了，来，搬来啦，没有了，无啊无啊，伊敢有？无啊，啊人生客啊，哎，大你啊大，哎大。你若当哪早起，我免阁加牺牲一个。你安尼实在较客啊，万啊害我加牺牲一个咯。我见啦，我再阁卖别项互你啊，迄无钱啊啦，你无买着，你真真正真正无钱啊，我袂甲你骗，迄鲑鱼无钱啊。嘿啊，你无买正确个，你痟哦，迄无钱啊，你要食迄个，来，够几袂客个？你有买物件超过两百块收起个，两百块就好啊。爱夹起来哦，爱夹起来，我无夹，我袂卖恁哦，来。我去买一双袜子啦，去后壁包包的啦。哎、欸，这恁买买好，或者我搬偌个炸当去啊？这飞机买当用真的落啊，钱的落啊，酥酥啊，糯糯啊，袂歹。十袋哦，你三百片鱼啊，五片一百三片只。十袋飞机买一百三片，一百块。收起，收起，无人要吃，咱收起。客过边啊？听我简单讲几句话就好啊！这箱足贵的，吼、哦，这箱的本钱足贵的，哈、哦，来，一分钱一分货。等下这箱我甲献过，你有兴趣的人家，你手举起来，我介绍。比如讲我客起来，你完全无人举手，这箱我客当然没有关系，哈、哦。要食这样物件，一定爱感慨，哈、哦。来，叫人家看，想要食，你手举起来就好啊。客姐睇下去，客姐睇下去，来。我物件你看哈、哦，这我内行的，骗了我就知道有钱也无钱啊，哈、哦。来，我来讲。这叫蓝永蟹，蓝永蟹，好、哦、来，您看了我给您介绍，你们看完我再介绍，来，你先看，来，这安尼，深度给你看，全部拢会当钓，起钓无要紧，顶角壳的起钓无要紧，这咪冷冻啊，顶角壳，我来讲，这个物件搁冷冻的啦，拍壳摕了，同款规个破壳壳啊，这搁冷冻拢同款，会当起钓啊。我先简单介绍一面，就我问你有兴趣无？来。干嘞！只要你有出手买这个人客，吼，我甲你教，揢一个重鼎，你只要恁家有重鼎就好啊，揢嘞，当下冰个冷冻，你要食，唔管你要食几只，揢伫重鼎，揢伫重鼎，吼，冲水，冲水退冰哦，就是重鼎下嘞嘛，水就打开嘞，落迄、那个，迄个名叫啥名？流水。嘿，流水，吼、哦，流水退冰，就是水甲开嘞，互伊一只，啊，重鼎水一直起来，一直起来，互伊退冰，吼、哦，退冰。
你咧吹的时阵有啊，这是我用掌声，这是我细声安尼就好啊，吼，听好啊，吼，切一寡用一寡姜母，下底啊去腥啊，吼，听好。这餐厅一只炒卵超过四百，餐厅一只炒卵破对嘛，炒卵额也是四百，想要食你手举起来咯，想吃的举手，一个，两个，有人想要食，这叫蓝勇蟹，蓝勇蟹足甜的哦，足甜的，三个，个人想要食无？四个，个人想要食无？五个，来我介绍。我介绍，来，我介绍啦吼，听我介绍吼，睇下去去，去拢去大下去，拢去大下去。我做一个个麦哦出嚟哦，来，拢给我摆，摆落去，摆落好哦，摆落好哦，来，摆落好啊，来。这外口厝价超过1500，这安尼就超过1500啊，这袂好笑啊。来，我来讲，你要食这个感慨啊，我看看卖吼，来。其实哈，我花崩花啦。其实我已经进足济啊啦，我已经进很多了哈。我其实我进足济啊啦哈，我已经进很多了哈。来，仓库规堆拢是啊，我只不过较晏甲客出来尔。来，睇下佫客个，做一个拢我处理哦哈。客过，佫客啊济来好无？佫客啊济来，睇下佫客啊济来，做一个阿麦我处理。来，睇下佫来，来听好啊，钱客啊紧个啊，马平话咧，平话好话，佫来，佫坐睇下个。招呼招呼招呼，卖伫顶悬咯，边啊加门，边啊加，下伫你个边啊，下伫你个边啊落啊，我等下可能会用着，来，来，怎安尼下伫落啊，下伫落，来，听我介绍啦吼，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个人加加钱，四家总计卖讲餐厅超过1500，吼。千二十三百，唔免来，全部九个人计先计钱先赢，开1500，来1000块上面就1000块，1000块了啊，1000块了，1000块，1000块，我咧介绍你一定要注意听吼，一定要注意听。来遐卖你1000，你免来只话鱼啊，来1000块了，来1000块，1000，来1000块了啊，1000块我用滴啊，还袂加伊卡用动的，1000块，1000块再一个客人，后壁搞两四只个，后壁搞两四只个，手卖插着，迄工插哦，迄工插哦，四只个。1500几个？四个。啊，一只卖你百几块，几个来攞下去卖1500，带一个无？还袂衰啦，我敢来收1000，我袂安尼就衰吼。来，1500咯，来，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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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1500，报地去吧，等下。几箱阿毛嘅？几箱阿毛嘅？卖搁计钱啊！不要再拿钱了，几箱毛嘅？卖搁计钱啊！感谢您啊！再搁送你好啊，做一届，做一届好啊。做一个，暂时在一只吼，暂时在一只，来报地去外无啊？我来讲吼，我豆豆咧，我豆豆咧，因为这人吼，拄啊大细动吼，脚会动。顶个领导要食迄个，那叫啥？流水退兵啊！流水退兵，切一寡姜母拢会动啊，包滚。来，拢去过。豆豆咧，脚唔好甲用动，伊这落来白醋冷的啊。这你食，你会食到迄个海水的清甜，你食你就知影吼，嘿。吃了你就知道了，来搬了，来再吃了，来，好，不要先我 OK 的，最后一个五百上面啊，最后一个五百上面是，一个新的啦，我先看卖啊，你先收钱好不好？340块。无够啦，340块啦，无啊，我咧算讲无啊，我明仔上伊收起。来，我来讲，你收起个，啊，无啦，迄有用好啊，你收起个，哎呀，迄有用，嘿啊，对啊，对啊，对啊，是，哎，对对对对对，来，来多利鱼起来，我先卖掉，胖啊，多利鱼，胖嘞，来，给有人给看，这几包一支刺拢无，一公斤的哦，一公斤的，一支刺拢无。这叫多利鱼啊，人讲叫白沙灯，用煎的、用炊的，全部拢会动。你若迄个囡仔有哦，像迄囡仔有哦，当较大汉啊有哦，牛奶要改做糜去的有哦，你甲煮这用糜好食，你甲煮这，迄大块蒜你阁无多这会动哦，这规地拢无饲，三地一公斤拢无饲，当用炊、用煎的拢动。鱼啊吧，入口即碗啊豆腐的哦，这餐厅摕一300-400块，三地做起几千啊嘞哦，这准只嘞嘛。有的人讲叫多利鱼，有的人讲叫白沙吼，来我来讲，一边三个人去。一边三个客人，吼、哦，一公斤给你，唔免招1000，唔免招800、600、500，全部拢升起来，这拢无啊嘛，存桌顶嘛，升起钱也升起安尼，两公斤给你好啊，两公斤咯、哦、吼，六袋两公斤，规包干了百，
两包全部噶，阿拉伯先给钱先呀，三百了，来三百块头前咩啊？三百块，两个啊，包过三百，三百块包过啊，三百遐啦，一瓶一个，一一啊，三百块最后搁招一个好不好？来啊，三来这毛病啊，这毛病啊，好嘞，谢谢处理，最后一个三百没有了，最后个三百块多利鱼拢无饲啊，来包过，好嘞，收钱啊。欸，美女，你帮你接一下好不好？手无够长啦，接一下，照三工者。最后这包百块无啊，迄瓶烧烧啦，百块啊。这敢够有？等下讲。我甲恁讲哦，我这个人是安尼啦吼，恁大家做参考吼。你像啊，拄啊蓝龙雪迄种物件有无？我讲真正，迄箱物件我啊拄啊，若要甲恁的身上要加甲你百一千块，就一千，要甲你百两千，就百两千啊！恁敢要信？我来讲，我做生意袂安尼做。哦，迄个物件我写安尼，互你，我来讲，你买着你又过来。哦，我袂摕物件来，我袂甲你留，甲你出，你放心。因为我后礼拜要过来，哦，我后礼拜要。你像啊，拄啊迄个物件，我迄箱要加赚一千两千，我多，百分之百我多，我袂去做迄个代志。该互恁送，我就互恁送。听好，这个白骨锁。这开包这大包当用钱的就好啊，钱钱你甲塞一个胡椒，你做好起来吼。来，这一包钱要外口回落啊，底个签啊签两支，一分安尼两百块，两百加两百或者全部摆了，做一个表出嚟。来，听好啊，钱起啊紧来啊，这拢无啊嘛。来，今仔日就摆过所有人个大包的吼，这面细包的吼，大包的哦。来，我免就五百未八百，先给钱的先的，然后先拿钱的先，我一次要给他出去的吼，一届就全部没有处理啊。啊，这个有哦，来，搁一个。啊，全部照这啦吼，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来安尼好啊，安尼较紧啦，凊彩啊，凊彩啊，无啊啦，乌白甲白，来，搁加两包来。三包总起当用钱的，当个你千万莫煮三包、哦，你当个家会当煮一包。为啥物你知影？为啥物这个物件叫你煮一包？因为这包煮了也无好食，我头家好笑，你后礼拜寄这两包来领钱，安尼了解啦。卖你偌济，你甲记起来就好啊。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人客，一瓶两个人客，先客钱先赢，全部摊的，上先客先赢，三百了。再来，全部拢来，全部拢来，来三百了啊！啥物事啊？全部去休困啊！三百块来，三百块啥物事啊？三百块了，来三百一个人客了啊！三百块，三百块。白骨锁三百了，三百块；三百了，三百块；三百块了，三百块；三百块了，三百块。感谢大家水无看的，恁是对唔对？恁是真正无要食白骨锁？来两百试食看嘛，两百块试试看看，睇下看看。两百块你试食看嘛，你冇买过，你买两百了，卖甲我买三百好啊。恁先食看嘛，来两百上面食两百块，白骨锁两百块有人要食无？两百了。来要不要包过来包不来收起来郭宇春最后一箱而已郭宇剩下最后一箱还有人要吃咸猪肉咸猪肉还有人要吃好收起来就好别啰嗦我们快速就好了嘿怕那郭宇给起来鳕鱼也有鳕鱼郭宇都剩一箱都没有白吃的都没有好小的好来起来啊郭宇上面吃的都没有五百了五百块上面吃的郭宇来拿下去吧这一块五百两块五百三块五百四块卖你五百来这块还有你五块来五百还有要吃郭宇的吧都没有我剩这而已我卖白菜了今天早七箱来一百四十块来五百还有要爱的吧包括来三百上面吃的没有三百块包括几个最后一个三百了三百最后一个包括头前两百了好啊包括算你上面吃五百一只给我了五百块高林来的大比目鱼这粗这高三块给你四块给你五块五百了一块五百两块五百三块四块给你五块五百了几个卖个西瓜，卖个西瓜无啊！最后一个啦，最后一个啦，三百了啊，三百了。来一个，三百只。好啊，无啊，无啊，三百一个了，无啊，一百了啊。啊免啦，免啦，见面内可以啦，见面内送伊，拢我几句送伊。有人要想啊无？想啊看有啥物啊？客官，啊手头头啊客官，见面我好做了。
知名啊。你哪有啊？我甲恁介绍一个世界好食的物件，后壁讲个物件。好啊。好啊。欸，我这个介绍了你物件起来，我分分的好不好？今仔无物件。几包？包过一包收到。这叫芝麻花，顶边阁有加两字，茶香芝麻花。茶香就是高山茶，伊即有高山茶的芳气，你当然甲煎煎，比啥物咸酥鸡的物件拢阁好食。你试食看卖吼，我敢来讲咸酥鸡无可能加只关感的煎互恁食，因为伊袂好，伊袂好啦吼。想要食的人客，500片、800片芝麻花，300上面食300块，来300落啊，芝麻花300块，再阁送你好无？这足贵的吼，300块落300块一个客人好无？300一个人客好无？芝麻花300块落啊。来300块一个客人好吗？300块了，300块了，再个送你满起来，300有人要吃无？芝麻花300块了，350，300块，300块拢有啊吼，谢谢。100块了，试吃看嘛，150。来包过100块了，我无甲你送啊贵吼，啊拄啊300一半啦，100块够要吃无？150敢够要啊？105，试吃看嘛，100块了，150，100块。收起来了，收起来就好了哈，来。现场还有要点菜吗？有人要吃这鱼的吗？鱼蛋有人想吃的举手。开500了，3条的、4条的、7条够的，500了。敢会伤济？300了，300了。无啊，200了，200了，鬼头刀鱼蛋。来着。皮也起我袂买。有人要食白虾无？今仔恁算真正好运啦！我白虾足少化鱼啊，化久，起码阁有白，真正足少这个机会吼。这两个三斤的白，总计一斤300，三斤900，开500，包括最后一个500，上面也无。收起来。皮啊，最后一个500，上面也没有了。白虾，包括无。鱼啊，我上面也没有了。250，包贵，袂歹，我这个写了无唔对啊哈。个人要食脆皮肥肠，只要背背开箱做，只要买无少，个人要食。自己了啊，这一条煎肉鱼啊，这一包两条煎肉500，内底有来加肠啊，拍咧500加500者。两个人客买好无？三个人客搞买好无？睇下佫啦，四个人客搞买好无？五个人客搞买好无？1000片、800片开500了，来500块上面食500块，安尼佫来啊？500了，500块，脆皮肥肠500块，500块，睇下佮佮收。鱼仔糊上面食，你毋捌买过，买鱼仔糊试食看吗？250上面食，贵啦，无法度啦，这个是贵，我哪有法度？我讲叫我叫伊俗话，伊嘛无爱俗话，伊就讲成本就足贵，要安怎俗话我？鱼仔糊佮买来无？拢有啊，好，谢谢，感谢大家的莅临。干贝糕哪要食？1500、800了，600拢无啊，600块。干贝糕哪要啊？600块。拢有啊吼，谢谢。来物件是，哎，200了好啊，到哪要啊？拢无啊，200块。来着，最后一包200，物件起来我分分啊。最后这一包200块，有人要吃吗？来着，包鬼，谢谢你们啊，谢谢。蛤蟆呀，可以的。后边看有啥物物件，果冻敢搁有？起来，起来我。蛤蟆一包10块送的，等者，几包送的？你这拢包吗？拢包，几包送来了？无赶时间你留起，好吧？头家最后10分钟收缩全部所有物件，无少代价，好吧？一边八个人客10铺了，8个客人进来哦，八个收钱了。几点啊？你若倒有客人家的人客，不是这哦，这是足早就客啊。蛤蟆有客钱的，你千万卖客唔对哦。蛤蟆有客钱的分了。这蛤蟆我客10块。蛤蟆有客钱的手举起。蛤蟆哦，你要听清楚，不要乱拿东西哦。蛤蟆哦，不要拿错了。蛤蟆哦，蛤蟆哦，蛤蟆哦。刚刚这个10块啊，那个是果冻啊。
你十块蛤蟆很久了哦，半个小时以上了哦。啊，立马半个小时以上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帅哥，不好意思，他们以为刚刚那个是蛤蟆，哎，拍谁啊？不好意思，我画鱼啊画到我都去你边啊，吃物件我头家真正检讨。画到我都让你去边啊吃烧，我头家等下我来检讨，我马上写上报告书给你。过来要吃什么？你先把遐物件开始入拢我，线拢我。嘿，遐，来，一半来。虫草鸡，赶快加堆吧，用我小炉啊！一只我要煮，一定超过35，两包一定超过700，唔免700。先提钱的先赢，300上面一个虫草鸡包过。这包够上你多，谢谢无啊。这包叫白菜咯，一包煮好33。这无啊？无啊。200咯，挂这包拢我哩遐无啊？200块一个客人买，200咯。无啊。砂锅鱼头，两公斤切的砂锅鱼头，上盖大包的砂锅鱼头，摆好。三个人都买得到，一只总计超过1200，不是你白炒，不是你好笑，一只真正超过1200，等下我买一半。三个人都给我买三个鱼头，先给钱的先赢，200了，200块，好啊，无啊，一个尔，你一个尔。金枝花需要吗？有人要吃咸猪肉无？300了，两个人给拢无啊，300块咸猪肉。真的行的差，两条三条，这条搁送你啊，帅哥，这条搁你300，最后一个300，咸猪肉包鬼没有了，150就好了，没有了哦，哈、哦，帅哥没你们没有了，150包鬼，300帮你收起来，这牛二两的无骨鸡腿，一支800，两支300几块，两个人给搞买，先给钱的先赢，总计200了，200块无骨鸡腿200块了，包鬼，嫩煎牛排够了没吃？想要吃举手就好，想吃的请你举手就好了。我免招一千，免招800，想要吃直接拼钱的话，你也想要买你就买，唔买嘛无要紧，因为我就存车啦。400了啊，400块，两个无啊，结束，包过无啊。最后一个400上面也没有了，200了好无啊，200块，包过，帮我接一下好不好？谢谢，后边200帮我收一下，拜托你一下，谢谢你们。来，去三只去了。胡桃木熏了，整只鸭子装起，同样不用800九，不用700九，不用600九，三只而已都没有，整只鸭子里面整只，先给钱先赢，开200了，来200块，200块，包过200，没有啊，最后一只，包过没有啊，300元感觉有，拿起来，我不信你不买。什麼你知道嗎？你三百元當然你怎麼處理知道嗎？豬頭金龍345、67八人家搞買2468聽好嗎？聽好聽清楚喔，好好好，是來攏起兩包來，你不能吃，不能吃我送你吃，听好哦，钱要给他进来哦，钱要拿快一点，我们要拼了，我们开始要拼有够啊，而且我来讲两包给他吃，因为怕我们送两包，送一包他不够，这太好吃，我送两包，一瓶四个人客，100块，看你要坐吗？你拿100给我出去就好了，送就好了，在那边看，看了没东西啊，你看三张四张啊，看免钱送你，这样能买了没？来吃吃来吃吃吃吃，你包给我，钱去哪里？你包给我，快点
一边跟四爷指起，跟来卡一把落啊，四爷。来两个，三个，四个。无啊，四个尔，搁你五个，四个尔。你几个？你几个？来，迄个第五个，迄个好收大。大，迄个，你卖双手机啊，迄个大。你有家收啊？哦，四瓶一百三无买着，收伊吧。无啊，无啊，无啊。你收几个？收几个？搁一个。收伊吧。袂晓买。这样要用送的啊，这样要，啊，来，直接短短好啊，靠边安尼敢有够，好啊，无要紧啊，短短啦，规半个来我家己用啊，靠边我恁遐可能无够，规来家己起来我家己用好啊，你要规半个来我家己用好啊，整盘拿过来。靠爷啊！恁娘真正无够。啊，这啊恁娘，食啦。啊，等下先。摕白骨锁两包去当。送客钱也未客着的。好，等下先。个人客钱也未客着无？我先煮了，你敢买？你要换煮了？你足巧的，煮了一包成本加五块，安尼也创话啊！你嘛要换煮了，可以啦。来，要换煮了，拢手举起，我来换。要换煮了，全忙起来，我来换。要换煮了，拢起来。来，煮了要换，拢起来。我倒头讲话，恁听无的啦。哎呀，来搬了，紧来，紧搬了。要换煮了，来全忙起来，紧来，全忙起来。好。你要倒头讲话，你听无个啊？来，搁有要换，全部拢换，你换起来，全部拢换，全部，来，全部给伊总换，全部啊，搁有要换无？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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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两个你换，我紧来，紧换啦，紧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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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安尼有啊，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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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换咧，我欣赏你啊。搁有人无换着个无？最后搁有你换一个，紧来，紧来换换，紧来啦，真正，我搁你换啦，来啊，三百搁换来啊。好，谢谢，感谢你。第一啦，恁讲话我几足欢喜个，我讲真个啊，我真正几足欢喜个啊。啊，收起，啊，你唔包下了，来我来讲吼。这啥物？起来我卖卖。这啥物？椒麻鸡哦，这一包偌济鸡啊皮啊？鸡腿还贵啊？鸡腿。鸡腿袂当，鸡腿鸡骨边啊，鸡腿遐贵袂当。来，迄个到人要食鲑鱼头，鲑鱼头到人要食，起起啦，变变啦，咩啊？叫做鸡腿大鸡，要起只大鸡咧变小的。贵杯包全部去，全部加一包去。准备下课了，准备休息回家休息了。大家都累了，大家拢累嘛吼。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人客，一边五个人客，先客钱的先赢，一百人，五个。谢谢，谢谢，感谢你，我给过，我本了，我用了。你有买一百？你几个？五个。你几个？我四个。最后两个一百哇。阿姐。拢卖分咯，你先最后两个哟，二四六八十仔。好，无啊，你收起来啊。无啊，收起来，这个较紧啊，歹势，大这个先收起来。几个？你几个？六个。嗯。有买就一百，你莫话你就走去吼。感谢恁加一百万，一定让你爽的啦。啊，本来本来就好无，包落来。钱我收你，侬免收啊。恁
知影你人家有摕一百，人家十块外落啊。你有摕一百块，即卖你甲我买一，哎，即下搁一个，等下，安尼对，安尼对。你只要甲我买一百，人家你一日摕十块外，你唔免问我要创啥。我收落啊，你拢莫收啊。你有买着一百十块外，两个、三个，有买一百，即卖、哦、四个、五个对，五个啊。啊，你咪五个？对啊，五个啊。五个则五个啊。恁家够人无买一百个无？上无买一百个，甲我摕十块多啊。有啊，有买啊。我处理了啊，我处理。你摕十块手也个。来，摕个物件我看，摕一包一包我看。你有？你嘛有嘛？摕十块来。大个袂安尼哦，安尼你会造成我的困扰哦。哦，系啊，你安尼造成我的困扰哦，哦，系，三、一、四、六、八、十，恁遐加一个，看你恁遐看到鬼，一、四、六、八、十，减一个，无啦，拄啊好啦，开玩笑的，落去，哎，你来多搞我摆个耍，我摆个耍个行李，来落去吧，来，你有摕十块外来，一人搁摕一包糖的，金龙三四，来五包。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你的六包分落。恁遐唔食袂恁十块啊？唔食袂恁十块，看你要食无？来，拖出去啦！我袂拖出，拖出去个。你放过边啊？你袂当把脚抽出。这拖出安尼有水无？用煎的落啊！吼，用煎的落啊！这拖着足贵的吼，咱袂好难拖着贵，我无上吼。啊，我做一个甲卖掉吼，来，听好啊，来，一个人三块给你，三块拖着，我听好哦吼，三块拖着，来，三块拖着。你若甲我留到最后，我一定会给你满意啦，我们一定会给你们满意，吼，嘿。来，啊，你若讲看时间，真正有差到这五分钟、十分钟的，咱就不要在意了啊，吼。啊，若无看你留下，我老板一定会给你们大家高兴的，吼。因为我有一个坚持，我们就是不带东西回去，吼。来，要吃拖腿的人客，我唔免招三千、招两千、一千，全部拢唔免，先给钱的先，然后开五百上面吃。来，拖腿里五百块谁要吃的？五百块咯。来五百上面吃拖腿的五百块了，五百上面吃五百块，五百块上面吃拖腿的五百块了。十一个啊！五百上面吃。五百了，我只十个人计，五百了，够贵。你每秒找一半旁边边个，你会倒步老去，要老去。几贵？阿伯，哪里几贵？你会倒步下个咯。来，起来只，起十包啊，起来只，起进来十包。安尼敢会通？安尼敢会通？安尼袂重哦，好，我紧来去。来，加了。这啥物恁知无？这干贝哦，干贝。好了，十包，你加几包？收起来。一瓶五个饼钱，一瓶五个，先加钱先了。500块了，来500块了啊！500块了，500块。500块了，500块，五百了，谢谢，你先给，你先拿着，给个，我卖出来，我不如炸弹来，我卖伊，我都无伊，给个，加了，一盆就要收数啊哈，我干杯一包卖偌济，免介绍，大家直接看的拢知影，卖阁介绍，免介绍啦哈，来，两包干杯，三块土豆，一苹果的人客，若无我随收起来。500块了，来500块了啊，500块，包过。给过一遍，我同意个袋子。500，我搁招一个人客，500块。包过。500，搁有买来无？500块。
安尼我安尼卖五百，恁敢看有？安尼我卖安五百，恁敢看有？五百够买只五百块，五百块了五百块，五百拢有啊、哦！全部会全只，有买手举起，有买举手的话，你无买免举手，你无机会啊！恁三个买啊，啊个你四个啊！即份哪个你冰箱冰起，即份互你冰箱冰起，你甲我讲下甲袂剩的，你免甲我讲话了啊！下甲下下无？即份够你下无？啊个啥？即份互你够下无？三百块拿来，三百块出去了啊！你阿了痛苦难拿出去啊！三百块啊，三百块，三包，三百块，唔是五包，三包，包包同意啊！我等下食只啊，真正要甲拼掉呀！三百块啊，最后一个三百，最后一个三百。干咩啊？来五百。上三百无啊？要上？来啊！三百收上。偷出去偷一个客钱，五百迄个手举起。一半旁观，一半看你冰箱冰会去无？五十人，你冰袂去，本身你冰袂去，咱们包过五十。你买啥物包？这啊，三百了，一包三百，两包三百，三包三百，四包三百，五包三百，一包搁送你三百了，包过。只要这三百，上面只要这贵，这无同啊。两百，一百了。我要卖你一百，我要卖你一百块了去，爽好啊！我了，你也来个有还是奇怪，讲笑啦。唔系啊，你肥肠几多贵？你换肥肠，我不如送你吃就好啦。唔免换啦，送你吃就好啦，免阁换啦，直接送你就好啦。好啦，好，谢谢。好啦，谢谢啦，谢谢啦。这包这包破料厂想要吃，你举手了。我们没有东西了，一个三百唔免啦，两百块了啦，大鼎的啦，包包贵啦，老客贵两百，大鼎的啊，两公斤的啊，三斤块的啊，无啊啦，无啊，无啊，没给当的啊。最后这只两千块啊，上面吃，哦，好贵。你刀啊拍安尼足危险的。对啊，你这条干嘛呢？拍一个几个就去啊！这个干和那个干卖多啊！回鸡丸啥物事啊？我要偷的进前内底有回鸡丸哦，这是一包的量哦，三百免几啊，我免两百两个，一瓶一个，一瓶一个两百了啊，好无啊？好贵，两百块了。苏炸肥肠啊，人要吃啦！这两行我也查定，我凊彩你。绝对个拼啊煞！我来讲啊，恁等下当准备穿金甲起来买鱼啊，吼，无物件啊，拢摕金甲起来买鱼啊就好啊，吼。最后一个一百块上面吃无啊？无啊，好贵。哦，一撮鱼啊！哎，恁卖个卖伫拄哦，伊拄迄真正便宜哦，飞机摆起来好处理。啥个？这我袂有处理。恁兜有沙拉油的手摇去？一瓶两个人客，当个用钱的，用真的，一百了。一百。好几个？好两个。无啊，包起来，总包。苏，这个鸡米花看有没吃？一个，三百了。一个啊，三百，搁一个上面啊，三百，包过无啊？一包那都卖一个百五的尔嘛，安尼三百是正价的嘛？还要搁加一个啦，我尽量个分到平均，缩起来，缩起来。苏炸肥肠有人要吃无？感谢今仔所有的莅临甲支持，今仔规台拢无去啊，谢谢感谢恁。哦，今仔回我就有钱啊，坐一阵，今仔有小可回我正常啊，谢谢感谢恁，谢谢你们哦。来，感谢恁的支持哦！啊，我是用来分到平均啊，来吼、哦，来再过来。我来讲，从今开始哦，海龟子拢出两箱，卖了足好个。我来讲，个信用哦，大家吃啊，切切切，大家来啊，吼、哦。我来出两箱，无要紧，互人去吃欢喜。虽然无啥赚钱哦，恁吃欢喜啊，吼、哦。来，包过，安尼拄啊好哦，吼、哦。
阿文啊，这全部收掉。苏炸肥肠上面一个手拿起来，一千二，一千块。一条正好鱼啊，我这一包两条500块，一千。拢无啊？有啊。500了，一个买上，再搁上哩。500块一个客人，我过500收台，伊要来啊，你无看无啊？375块了，再减一条嘛。你500敢有收台啊？这375上来再减一条啊？二十五一个人在买了，二十五吃不了，我无解包过。这条搁卖你，你吃得了无？你带队，你又搁来无？10块了，10块，可以啊。谢谢阿姨，感谢你。他要疲惫了。那是到全部剩最后剩一箱，车顶全部无货了吧？八下批了，结束啊。恁今日来遮所有人家有买无买，我拢甲你讲一句谢谢大家，吼、哦，感谢大家，吼、哦，你无买你来遮嘛是斗人气，我都感谢恁的吼，谢谢你们。这啥物叫人才啊？这龟头，这等于要煮米色汤，好像参加煮豆腐全部的汤，用迄个退冰最强的，啊、哦，青啊甲擦一个麦达，麦达就是人咧讲的奶油，哦，啊一点点啊胡椒粉啊盐一咪咪啊，用迄、那个，那叫什么？你含含乌龟鱼叫啥？李伯子规个甲封起来，袂当有芳哦。你若有芳，伊个芳规个走出来，袂当有芳。塞入去烤箱，一粒两粒甲烘啊，甲塞出来，很贵，真正你甲天一芳光光，真正无好笑。想要食龟肚，一瓶煮个餐厅超过500，500加500偌济？最后陈先生全部柜台车拢无啊？拢无啊？500了，我四千花了，500了。阿姐啊，阿姐啊，收钱。最后搁一个了。最后搁一个，你若跳出来吼，我再搁送你。最后搁一个500我。最后一个500块。最后一个500块，上面一个500块。最后。好啊，无啊，免收啊。后壁啷个？给他们姐，我爸给给他们，送了啊。卖个毒啊，卖个毒啊，要处理啊。要处理，真正规个病样，这很危险的、啊。我看是作危险的啊！卖个拄头顶啊！阿文啊，你去后边搞全部拢啊，拢收收的休困啊！头一个买啥？应该是潘那边吧？你个背拢敢无爱送出去？那个啥啊，真要那个啥，别那个啥啊，因为我感觉做危险的啊，真的很危险的，真要做危险的，别那个啥啊，那个啥啊，好，拢那个叮当啊，不要动了，这个情况就对了，这个情况上面剩这个送给你了，没有了，好嘞，好，收起来了，别动，有拿钱的100块的谁的，花枝板有拿钱的谁的。什么也袂分，起来，全部起来。一包一包，啥物事拢无啊？你有给钱无？一包你包过。果冻有拿钱的举手。如果你们要留下来竞标抢鱼的客人，你们不要走，也可以来猛看啦，真刺激啊！来，这有给10块就来个。来，大哥，谢谢你。有拿钱的举手一下。谢谢妹妹，真的感谢你支持。要收，真的要够险的。谁的？上二楼啦，那个收10块有意思哦，来赶紧收停，那个是个收。刚刚说要偷果冻还是想偷的？谁偷说果冻要分了没？是谁？我用一包这个上二了，送给你，来送给你。不会，
没啦没啦，小米啊，来，明天开了。香雨在哪里？转播多少？香雨给我找出了。啊！靠北啊！你别给他吃啊！米家别给你呗，我真正吃啊！米家别给你呗，睇下去去。哎呀，别！无无无，这拢含这无关的，你听我讲好啊，拢唔免讲话，拢听我讲好啊，拖过。哎，拢集中。听我介绍了啊，我念到动员岗挂保证，我早早就有念到的门路啊，我只不过无起来卖尔吼，我是看太济人拢去卖念到来，听我讲，爱念到话恁食念到。一支刺拢无，全部鸟是鸟的。我系念做保证，当然敢挂保证，全部现，逐当工现查的。我来讲，过来我当工，即马逐工我拢买来卖念做啊，听好啊。要创刺的你唔好买哦，全部无刺的。想要食念做的手药个，想要食的手药个，全部一支刺拢无，即个当帮哦。哈，一支刺拢无。其实我要叫这个货的时候，我就无怕什么赚钱啊！这太济人在卖啊！我叫这个货，我就无怕什么敢赚钱啊！哈，听好哦！我算看卖好不好？我算看几分会当卖呢？啊，恁钱一定要摕紧哦！我真正无敢赚钱，我会当直接当天就抓！哈，来钱啊，我收了。十五个人给你钱摕啊，紧的，我无找钱的，一百块落来一百块，一百块。你揢袂出来了，我就无啊，一百块咯，一百块，拢加入来，你都免考虑，你伫我遮买点多，你免考虑，买点多会甲卖甲变变叫的，好啊，无啊，啊都拄啊无啊，莫搁拄啊。无啊，好啊，无啊，真正无啊。你感觉即个钱收家咧，拢无甲恁讲几条？我若点多要赚钱，你感觉我有才条赚无？我有才条赚无？我无要赚啦。我袂甲你骗啦，三地哦，你一百块，三地哦，你一百块，三地一百块，来一百块，拢无饲的哦，这无饲的足贵的，我来讲哦，拢无饲的哦，一地卖你三十块，恁娘你甲我给哪钱？我你若买着一百块念多人个，我希望你出去甲我大放上者，讲我这念多做少一百块，拜托帮我大放上者哈，大放上者，真正让你爽的，无饲的三地一百块，哦，真正让你爽的啊，你无摕钱，千万莫摕物件哦，全部拢东港现切的啊，拢无臭蛋的啊。互恁爽的啦，无好笑的啦。来啊，加当去吃啦，加当去吃啦。我这板板搁伫遐摆啊，我若念多要甲摆哦，足水的嘛，顶个摆到水当当，唔免搁摆啊，了钱也免搁摆啊。来，一百块了，一百块有送客钱的，包过，包过，有条。我昨个打电话准备起来，要恁爽啊！哎呀，我来讲啊，我会连续一段时间，互恁足爽的啦。啊，我会连续一段时间，互恁足爽的。即阵啊，足济出头要出来啊。我是足无爱变出头的啦。啊，即阵啊，恁会到时恁会知影，应该拢有啊吧？拢有客掉嘛？没有嘞，嘞，拢有客，无啊，恁免客啊。即电话送完了，只也了啊，无事的当去整整啊。收掉，收掉。二四六八，一瓶四杯，十五块了，四杯啊，十五块钱起啊，今日十五块黄鱼大尾，咩啊？十五块，好一收你卖多哈？迄、那个妹妹煮，诶，煮头尾到尾啊，嘿，对，卖多好啊，卖多好，我收了啊，伊若要去还收了，我来收啊，哈，无收了卖个多啊，嘿，好好好，谢谢谢谢，几杯？我直接在此感谢所有支持阮这个团队的哈。我这段时间啦，我绝对要大家，只要你敢支持我，我绝对敢让你爽的哈。我来直接嘛是迄句话，感谢大家，真正感谢你。摕十五块上，摕十五块上，感谢你，感谢恁信任我，感谢恁，我来甲恁讲一句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上客钱，你去买的。就将它搞尾哦，将它搞尾。
上辈做这也袂买到的，你有买很多东西，你没有买到东西，喜爱的人家，我先给你高兴哈，你存的钱干了，我也够你欢喜。到人买很多，来，迄、那个买做这啊，迄、那个买做这无唔对，十五块，包滚。珍珠石斑，二四一瓶四尾，这只菜只有人知影台价偌济，知影你只讲出来好啊。讲出来，我也准备画计下，有人知影这只台价偌济无？一百三。一瓶四杯，五块。你啊，一百三，你不要卖五块，五块钱，你免客我啦，我无你收钱的啦。两个人收啊，我无你收钱的，五块啊。四杯，没有了，谢谢。无。有买到鱼的麻烦落下来。有买到鱼的落下来。三百点多，你会当坐这无要紧啊。你们三百一点多，你的真的你会来啊？全部拢现切的啦。我的点多全部拢现切的啦，钱本本拢无饲的啦。你们三百一点多安尼下落会臭臭无？啊？啊？啊？这三百一点多钱就过着，这会臭臭无？是啊，袂当安尼过。恁再来三百一点多，迄个龙啊，莫阁奇怪啊！我迄只钱就袂当阁好得别项了，啥也袂记着，包括收着。基本菜只菜价要到200块，有人查这什么鱼啊无？基本当然你若要用真的，你卖偷这钱啊！虽然我了钱未，你嘛卖偷这啊！你当然基本搞煮汤好啊，姜丝好啊，一瓶三只，大尾个乌鸡个菜只200外块，五十秒，50块，一瓶三尾。好啊，无啊，50块。你几个？我三。你搞咩啊？你搞咩啊？你啊？笑？啥物有你啊？你个对街啊？伊是内底有买一尾啊吗？好啊，无伊买，伊今仔嘛支持咱真久啊！这个单还佮收50只，收掉。啥物你要买吗？你是要用买啊？要用抢的，直接讲我哈阿三，你一句的了。几只？要只用买的吗？二啊五收到，六只。你惊到哦？二啊五是啊？二啊五收到，六只二啊五，六只二啊五，你是啊？卖你想想，你惊到哦？二是。你卖错啊？二啊五收到。哦，六只二啊五，六只二啊五。收到，拢有寄过。人还袂讲了，你卖紧张寄哦。哎。拢有寄过。啊！那六只哥送你六只，你鱼啊好 OK 无 ？OK， 我无 OK 啦。无啦，讲笑，开玩笑啦。你老客户啦，你袂使，你袂使，嘿。我为台南叫你到嘉义，嘉义佫叫你到台南啊。无啦，后尾无关你啊，你穿乌衫较会使啦，爱穿乌的啦，爱穿乌衫较会使。嗯，爱做不灵不灵的。你是这七八个，你刚才你买尔，佫食了无？300块，免啦免啦，50块啦，好，要收卖300块，面子便宜，50块了，要落啊，一瓶四尾哦，这鲜度你们自己看喽，一边四只哦，这些人可以帮我顾着，谢谢阿弟阿多，感谢各位先给钱的先爷，这尾我恁买袂着啊，先给钱的先爷无找钱的啊，一瓶四尾尔，6块了啦，恁娘好处理啊，6块啊，恁娘嘞啊。6块啊，惊死啊！真正惊死啊！一尾卖6块啊！下桌顶无收哦，上下桌顶。四个无啊，真的没有了，没有了，美女不好意思，真的没有了。几个？无啊，拍死。6块了。哎，你们那个钱一定要放在我们的手上哦，阿伯你用哈、哦。你啊，如果你用在桌上，我们会不知道要给谁哦，不好意思哈、哦，谢谢你们大家。谢谢谢谢大家哦，谢谢你们，好、哦、来谢谢大家，谢谢来来，最后这些无完的消息啊哈，来我阿姨，2、4、6，菜价几尾大家偌济？几尾大家偌济？讲出来。几尾我阿姨菜价大家偌济？你无讲我听，而且讲一下啦，一只一百吗？敢有只贵菜价只一尾要一百？三公15。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一瓶六百尔都没有了。谢谢，一瓶六百哦，先给钱的先赢，谢谢大家，感谢各位六只鸟，三块六，你鸟好去了啊，三块六，我你惊死，三块六啊，无啊无啊无啊，免收啊无啊，几个？六个鸟，三块，三块，几个？收，好啦好啦，等下啦，你若无三块就无卖你啊，这个啦，几个？你几个？我有啦，我有三块。啊，细声，啊细声，啊细声，后尾唱无紧啊，细声，叫伊啊。五个，三块，够有人有无？啊，你几时啊？这个好机会，无紧啊，老客哦，那我咧听的啊。来，迄个过来收台，无紧。啊，这个人走去倒？走去啊，来，好啊，卖阁收啊。你有给三块的人给手举起，我来了啊。无得啊啦，我家己过了啊，你卖阁过啊，我过了啊。你无给三块，你莫见面，第一下给我开开哦。有要給我介紹人家嗎？謝謝，感謝你。我沒茶了。好，沒茶了，這給你。拿過來。這個說沒茶了。沒東西，謝謝啊。好，謝謝。感謝你支持我，謝謝。幾支？不要再拿錢了，這大家都拿了，不要再拿錢了，這大家三塊都拿了。三塊送拿錢還沒拿到的。我懂，三块拢有钱，拢有钱着啊！谢谢，安尼好，这三杯我留到我爸爸妈妈吃。我懂，不可以。三块有三块，我搁卖你。迄个乌衫，迄个穿啊！你遐的乌衫无？你家己穿啥物衫，搁唔知哦？另外大概买啦，另外大概买，互另外大概买啦，好不好？三无买着的三块，我卖你。你有买到东西吗？给他三块，给他。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有买到三块要给我支持，要介绍人客无啦？要介绍人客来啊。三块，你有要介绍人客无？我唔知有啊，无拢好笑。好啦，讲笑的啦。好啦，谢谢啦。感谢各位，哎，谢谢阿廖哥。来，请看起来无？休息。望大家照介绍人家进来啊！谢谢大家啊！介绍客人进来啊！每个礼拜五啊，晚上五点半开始啊。我这边买到客哦，感谢你的支持啊！谢谢你们这些老客户。谢谢谢谢你们。阿里阿多，感谢各位，谢谢。好啊，我咧搞呢个。啊？可以，绝对可以，可以，可以。哎，那个是做一个回馈给我的客人哦，挺我的客人，我们做一个回馈给他们的哈。哎，啊，那个都那个。啊？